食得是福，原来是福。Sunny joy， 一切令我平安曲，教你平安喐，齐喐手也要齐卷福，零劈劈再去摇双足，平安喐令我好想再继续。平安曲教你平安喐，齐喐手也要齐卷福，多喐动能减少患上慢性疾病嘅风险噶。平安喐令我越做越满足。为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翻工应留意以下攻略：实行弹性上班时间，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当进入办公大楼，先探热，尽量唔好乘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避免举行或出席大型会议。同事之间应该减少面对面接触，弹性安排用膳时间，唔好聚餐，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同工作环境卫生。放工后唔好到人多嘅地方，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睇医生。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翻工防疫攻略啦。Shall we talk 唔单止系一首歌，仲可以系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唔到嘅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系唔系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屋企人同朋友，我哋都可以陪佢哋讲多啲，听佢哋讲多啲，一齐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啲啦。多喐动能减少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同癌症风险噶，小心坐椅袋，弊食得是福，原来是喐。Sunny joy， 一切令我平安曲，教你平安喐，齐喐手也要齐卷福。零劈劈再去摇双足，平安喐令我好想再继续。平安曲教你平安喐，齐喐手也要齐卷福。多喐动能减少患上慢性疾病嘅风险噶。平安喐令我越做越满足。各位观众午安，欢迎参加由职业安全健康局主办的职业健康网上研讨会2021。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you all to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Webinar Conference 2021, organized b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今日嘅研讨会将会以广东话为主，当讲者以英文同埋普通话做分享嘅时候，各位可以揿画面上方广东话嘅按钮，转去收听广东话。今次網上研討會總共會有五位，包括來自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的講者，就著他們的專業領域和實務經驗，為了勞動人口老齡化的中央健挑戰這個主題做分享。大家要留意，每一位講者完成分享之後都會有問答環節，歡迎大家將問題打在問題欄。另外在講座期間會有選擇題需要大家回答，作為出席網上研討會的憑證。Five experts from Singapore, Taiwan, and Hong Kong will share their insights and experience in regard to today's theme, OSH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aging workforce. Each sharing will be followed by a short Q&A session. You may send in your questions in the conversation box below. There will be polling sessions during the seminar.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a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for this conference.讲翻今日嘅主题，香港五十岁以上嘅年长雇员人数，过去二十年间由500,000增加去到1,300,000，上升趋势预计会持续。所以，点样俾年长人士继续工作时间真安健得到保障，值得我哋探讨。环顾香港邻近嘅主要经济体系，佢哋嘅经验会带嚟咩启示呢 ？Going back to today's theme, Hong Kong's mature workers age 50 and above has expanded from 500,000 to 1.3 mill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fore, the ways to safeguard OSH for aging workforce is an issue worth discussing. What is the lesson that we would learn from our labors? 在新加坡，当地人会用乐龄人士代替老龄人士的称呼，希望年长人士都可以享有快乐的生活。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何长卿工程师。何先生服务新加坡人力部多年，见证很多同当地劳动人口有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一直关注和推广当地工作安全和健康，现在是人力部国际公众安全健康高级总监。以下时间他会介绍新加坡用乐龄人士的策略和政策。 Today it is our honor to have Mr. Ho Siong Ting from Singapore. He is currently the Senior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In Ministry of Manpower. Mr. Ho is an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OSH expert, and he has been promoting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not only in Singapore, but also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oday, he is going to share with us th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or aging workforce in Singapore. Mr. Ho,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多謝曬你哋嘅介紹啦。咁我都有呢個機會咧，係可以同呢個職安部咧去分享係呢個老齡化力呢個工作勞動人口嘅啲經驗。咁而家咧係喺新加坡嚟講咧，我哋嗰個壽命即人工作壽命喺新加坡咧都係年老化嘅。咁我哋嗰個勞動人口咧都係老化嘅，睇翻呢個圖表咧，就係新加坡人咧喺62歲嘅咧就嘅時候，喺過去由1999年咧到一路咧係上升，咁我哋係做咗一個叫做調整。健康指數的一個壽命率的，咁我哋由過去的77歲咧，去到咧係81.5嘅。咁有好多年長的僱員咧，其實去到年老之後，其實退休佢都可能仲係想做嘢嘅。咁我哋嗰個喺新加坡的僱員受僱率，雖然佢哋係年紀大咗之後咧。佢就一路增加緊，咁我哋都希望能夠咧係可以咧實現到佢哋繼續工作嘅意願，咁同埋亦都希望可以僱用呢啲已經係原本退休嘅年長嘅僱員咧，係一個咧係充滿活力嘅經濟，咁我哋都係制定咗一啲好特別嘅政策，咁喺新加坡咧，我哋亦都喺呢個有一個叫做咧係退休年紀嘅，同埋一啲再重新雇用的年紀。在2019年呢，我們做了一些制定了一個叫做三方面工作小組，是制定了一些可以怎樣延長一個生產力壽命的，有三個是建議。第一呢，就是越來越多人呢是在這個退休年紀的時候呢是增加了的，咁亦都希望咧，佢哋能夠可以盡心備受僱用啦，亦都鼓勵一啲僱主咧去制定一啲注重呢啲年長嘅僱員嘅一啲嘅勞動人口。
同埋都希望能夠咧係制定啲方案咧，可以提高公積金嘅供款由55歲到70歲嘅。咁我哋過去咧有，譬如話年紀年長嘅工作嘅僱員咧，佢係開始慢慢去到年長嘅時候就少咗。咁我而家哋咧需要制定一啲個公積金嘅供款咧，係增加到由55歲到70歲，慢慢咧係遞增嘅。咁要支援呢啲嘅政策咧，政府咧係出咗制定咗一個13億加呢個息波源嘅一啲嘅支援嘅，咁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咁呢啲錢係點劃分咧？13億咧，咁首先係會提供一啲信用額咧，就係俾援助呢啲嘅年長嘅僱員。咁呢啲公司咧就會在這些年長的薪金裏面是得到一個部分的支援，也有一些是要去將這個公積金的供款在個轉化過程是提供了一些的援助的，同時也有一些年長的僱員一些初期轉變的一些的支援去適應這個支援，同埋一啲叫兼職再受雇嘅支援，咁就係呢啲嘅支援咧，係俾翻一啲嘅公司，而呢啲公司係願意去聘請呢啲嘅年長嘅僱員。咁收翻呢個退休年紀啦嘅一個概念啦，就係咧，對到佢哋退休之後，其實就有一個叫再受雇嘅年紀，就由基於我哋而家嗰、那個情況，咁就係話叫做再重新受雇嘅人，當佢哋退咗休之後，咁呢啲人咧喺某一個年紀之後，咁佢哋可以咧再重新去受雇嘅。咁而家就62歲，就係、是、譬如假設而家係退休年紀62啦，咁啊去再受雇年紀咧就67。咁而家我62歲嘅話，咁我可以再重新受雇，應該就係67歲。如果我係仲係一路健康嘅狀況係容許我嘅話，咁喺下一年嘅7月咧，我哋希望將佢提高到63歲嚟退休年紀咧。咁但係再受雇嘅年紀咧，可以提升到68歲。咁而去到2030年咧，分別係65歲退休，而70歲咧就成為嗰個再受雇嘅年紀㗎。咁希望呢啲僱員咧都能夠可以咧喺雖然咧佢受雇個過程之後，仍然決定咧可以咧係選擇咧係唔再工作嘅。咁呢個亦都係以為啲人話哦、那個政府好似係咪真係咧逼嗰啲年紀人去工作？唔係嘅，佢隨時當佢哋就算過咗退休年紀再工作嘅時候，佢仲可以選擇咧係停止工作。咁但係我哋當然亦去鼓勵嗰啲僱主咧，去發展一啲計劃咧，去能夠咧係慢慢漸進式地咧設計喺嗰個勞動力同埋職場咧係都係對呢啲年長嘅員工咧係有多啲嘅關注。咁好啦，呢啲年長嘅員工咧點樣樣可以再受雇咧？咁我哋會有一啲設計咗好多唔同嘅講座啦，亦都咧係設計咗咧。重新設計一些職場的工種、啊、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支援的基金呢，就是關於企業發展基金和一個生產力的方案基金，去幫一些公司呢轉化這些的工作，重新去設計過他們的工作的崗位的設定。咁啊，喺呢個 PSG 嘅計劃，即係當呢個生產力解決方案嘅支援嗰度咧，如果公司咧亦都可以咧，係因為去重新設計呢啲工作過程嘅時候，去聘用一啲嘅顧問咧，公司去設計嗰啲個工種咧，係亦都得到呢一個援助嘅。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佢只係願意係做一啲兼職嘅工作咧，即係年紀大嗰啲，即係做兼職的工作咧，亦都可以咧係有呢、這個得到呢個援助嘅。同時，我哋都係改變呢、這個僱主嗰個醫療嘅福利，咁啊、那個架構都改咗。
同時亦都可以推廣一啲咧係職場健康嘅計劃。咁嗱，呢個係我哋喺一個團隊咧，亦都係專注係咧將呢個職場嘅健康計劃咧係推廣嘅。咁呢個職場健康點樣可以甚至咧係推遲呢啲年長嘅僱員嘅工作壽命嘅？咁點我哋去做咧？咁我哋喺呢個我哋睇下食翻係要唔同嘅組別咧去專注去啲員工，當佢哋開始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就更加會健康啲。而佢啲健康嘅過程，因為更加健康嘅時候話，呢啲嘅年長嘅年僱員就更加願意咧去繼續去工作。咁所以我哋就係喺呢個健康嘅計劃入邊咧，亦都係推行咗去幫呢啲嘅年長嘅僱員。咁我哋咧就設定咗一個叫三方監控嘅委員會，去監察呢啲嘅計劃啦，即係我哋推實施呢啲計劃啦。咁啊，係專門係專注喺呢啲年長嘅僱員入邊嘅。咁我哋有三個喺七個唔同嘅範疇入邊，呢啲係一啲工業或者行業嘅方面啦，譬如話健康啦、飲食啦、教育啦、保安啦、清潔啦，同埋呢個物流管理等等嘅零售啊等等。咁呢啲咧，好多員工咧，佢其實係可能對呢個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專注咧，相對地比佢哋喺財政上同埋家庭上嘅專注咧，係相信放得比較輕嘅地位嘅，唔係好重視嘅。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話重新教育下佢哋咧，嗰個工作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重要性。咁啊，希望能夠透過呢啲計劃去幫助佢哋。亦都可能咧，佢哋因為工作嘅地方係唔同啊，而令到嗰啲參加嘅人咧係比較上好難咧去實施呢啲嘅計劃。咁亦都有個別嘅行業係好難咧去令到嗰啲僱員咧可以得著呢啲嘅計劃嘅實行。咁所以我哋點樣去能夠令到佢更加容易可以實施得到，同埋可以喺佢哋嘅限唔受佢哋嘅職場限制咧？咁我哋亦都會有一啲輔導嘅計劃咧，教導佢哋啦，係可能係我哋叫做一叫個別行業特定嘅解決方案，我哋要去實行呢啲嘅計劃。咁我哋咧就要去必須要去實施到呢啲計劃咧，令到嗰啲行業咧可以係因為佢哋嘅本身嘅特性咧係能夠運作到嘅。譬如話一啲的士司機啊，或者係一啲巴士站，甚至一啲超市嘅貨倉嗰啲咁，佢哋咧係必須要喺唔同嘅工作崗位同埋地點。咁我哋咧就係要解決到佢呢啲嘅問題啦。咁同時咧，希望能夠咧係可以不斷咧係教導佢哋5至30分鐘一啲嘅健康常識俾佢哋啦。亦都能夠咧可以咧係話俾佢哋聽喺佢哋工作上邊啊，所以遇到嘅困難或者啲健康嘅問題咧，可以減低嗰個危機啦。咁亦都可以咧為佢哋特製呢啲嘅工作個模式。咁亦都第四樣嘢，我哋就可以咧盡快咁去推行一啲標準嘅模式咧，係能夠令到佢哋更加容易轉化嘅。咁好啦，個別為咗呢啲行業特質去制定嘅呢啲嘅措施咧，加埋我哋僱員能夠可以職場運用到某啲嘅特製嘅能力咧，就會能夠咧係針對到嗰啲年齡同埋工作性質有關健康問題，能夠可以咧係會令到佢哋咧解決更加嘅好，譬如話一啲嘅體視力啊、聽力啊，或者一啲嘅疲勞嘅管理啊等等，咁亦都喺啲人工體學人體工學入邊咧，我哋都可以咧係運用嘅。咁呢啲咧係我哋都可以制定得到嘅特別嘅方案，而令到呢啲個別行業上邊一啲嘅年長嘅僱員咧，亦都能夠咧
係喺佢就算佢個受到職場嘅限制都好咧，都能夠運用得到。咁我哋就會有可以咧，整啲針對到呢啲嘅問題，可以有更佳嘅職業健康管理計劃。咁佢都知道咧，就係、是、能夠有個健康嘅員工咧，亦都係有更加快樂嘅員工。其中一個例子想分享嘅咧，就係、是、一啲巴士車長嘅強化嘅計劃。咁每一個巴士司機，咁啊，亦都有好多呢啲年長嘅人啦。佢亦都係因為個工作地點係唔同嘅車上邊係流動嘅，經常咁我哋就必須要就去設計一個好特別嘅計劃咧，就係、是、超過6000個巴士車長咧又參加，咁就能夠令到佢哋咧係參與呢個叫做健康員工、快樂員工嘅計劃。咁譬如我哋係可以咧。去做一啲嘅篩選咧，可能幾分鐘，咁我哋就要可以咧係篩選到嗰啲健康同埋唔健康嘅人。咁點樣去量度嗰個計劃上邊去揾出一啲篩選嘅一啲嘅數據出嚟？咁我哋呢個計劃咧就係、是、譬如鼓勵嗰啲巴士嘅車長咧去食得更加健康嘅。咁因為有一啲叫健康評估的風險的，咁啊，亦都運用了一些叫做人體工學的原理啦。咁我哋就可以能夠咧係介入到呢啲計劃嘅時候咧，可以做呢個篩選。譬如話佢哋戴一啲嘅太陽眼鏡啊，入俾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人類工學有關的姿勢啊，同埋啲工作的習慣啊等等。咁當然咧，我哋要運用一啲唔同去嘅行業嘅性質一啲嘅特質咧，去咧係制定呢啲方案。咁而巴士車長佢哋係就要能夠推行一啲咁健康嘅生活習慣嘅時候咧，亦都教導到佢哋可以。食得更加健康啦。譬如話喺啲合作社上邊咧，佢都能夠可以有一啲好多嘅健康啲嘅食物可以提供俾佢哋。咁當佢哋食得健康啲嘅時候咧，咁嗰啲車長亦都會得益啦。咁我亦都係介紹呢啲咁嘅元素咧，係俾啲唔同嘅企業。咁嗰個結果咧就係更。係有呢個叫做健康篩選嘅計劃，能夠咧係揾出嗰啲唔健康嘅人。咁我哋舉個例子咧，有2000個的士司機啦，參與過呢啲先導計劃嘅時候，咁我哋揾出咧50%係第一次咧係通過呢啲篩選計劃咧，就係揾出佢哋係至少有一種咧叫做長期病患嘅風險存在。嘅狀態，咁有都好多能人咧就話有一啲佢有一啲咁嘅潛伏嘅危機喺度，但係佢哋唔願意去檢查佢嘅身體。不過因為我哋運用呢個計劃咧，我哋就可以揾出呢啲嘅人出嚟啦，篩選到呢啲人啦，然之後可以咧係改善佢哋一啲健康嘅狀況。咁我哋都真係喺呢個咁嘅篩選過程。咁我哋之前可能，譬如話高血壓啊，或者呢個高膽固醇啊等等，咁我哋係50%咧係 check 到咧呢啲人咧係需要改善嘅。咁亦都係4個入邊咧，我哋係有1個咧係將啲唔係好健康嘅人咧係變成為係正常健康狀態，健康狀態變咗正常，跟到就係。咁亦都係一個過半超重嘅問題嘅底下咧，我哋有個 BMI 即係呢個體質。指數的提升的，那么12%的人呢就是比较相对高的 BMI 提升到他们呢是更加高的指数，更加好的指数。所以我们教他们怎么可以譬如说是生活模式的改变啊，或者吃个药啊，或者是一些普通的一些习惯呢，就已经可以将他们的体质的指数改善。咁呢個就係喺呢個巴士計劃咧，我哋都可以推行嘅一個計劃。咁我哋喺呢個委員會入邊咧，亦都係
改善了一些很多的叫做全人的職安健康的一些的行動。那我們呢通過這個篩選計劃，我們呢是在 50% 的工人裡面看到一些不正常健康狀況，譬如說在兩個裡面找一個是全有高血壓去改善，而三個裡面有一個呢我們提升了他們的膽固醇，降低了他們的膽固醇，而三個裡面有一個我們可以將他們的高血糖的指數呢是去到減低到去一個正常的水平的。那所以很多這些人我們覺得這些先導計劃裡面是能夠可以找出這麼多篩選了這麼多不同的問題，我們是會是推行在其他的組別裡面。因為我們這個政策在這個職場政策的委員會裡面，我其實是其中一個呢是監察這個組織的，我們是會希望能夠推行一些呢是全面的全人的一些的職安健康 的舉措的，是關於這些年長的工作的。那我們希望能夠所有公司呢都可以呢主動地去做好這些的計劃，亦都希望能夠加強這些習慣性的監的行為呢可以改善這些計劃，而我們亦都希望是能夠有 80% 的公司能夠可以在兩年的合作底下呢是得到一些的資助，同時也希望能夠將這個因為這個這個提高了這個使用率，能夠將個成本，我們這個推行成本是減低 33%， 也是減低三分之一的。那我們希望這些公司能夠幫助到他們可以實行到這些健康的計劃，那也希望能夠加強他們在這個職業的性質和健康的一些的影響底下呢，可以能夠令到他們做到一些很有效率的職場風險評估。那我們就希望能夠透過這個評估方案呢，也都能推行到跟工作性質有關以及健康的年齡有關的一些的性質的東西呢，是能夠改善。而在新加坡我們呢國家的一些政策呢，就希望在這個職場健康加強他們那個注重的情況的。那我們希望都呢能夠減低那個死亡率是去到 4.9 的，就是在10萬人裡面是有 4.9 的這些的意外死亡率 的減低的。那我們希望在這個職場的安全職安的情況底下呢，我們可以是改善這些情況。那我們一個健康的勞動人口呢是越來越重要的，但是因為在這個新冠肺炎的影響底下呢，其實真的越來越重要。那我們在這些這個2020的方案呢，我們是有是設計了一些呢可以是減低那些職場的受傷率，同時亦都是減低一些跟職業有關的疾病的一些的風險的。那我們有一些這樣的計劃呢，就是2019年呢就是在這個新冠肺炎之前去推行的，就已經是做緊的了。但是我們現在要加強這個情況，就是因為有高科技和配合，那我們就在第二個情況就要想加強這個專注力在這個職場健康。那而我們有 2.1 就是說我們要這個增強了這個職業疾病的預防的工作，還有呢也都希望能夠建立到公司去推廣這個勞動人口健康的能力。那我們都希望能夠可以防止到這些疾病的增加的。那有幾個作為總結了，是幾個要點的。
就是對於這些年長人的公僱員的。首先呢，就是我們必須要特定制定一些個別的方案，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動，令到公司能夠可以呢對這些年長員工是做得好的。當然就要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去做咯。咁亦都要喺將嗰啲模型同埋呢個產品咧，我哋必須要咧係設計好出嚟咧，而能夠喺就算呢個職場嘅限制底下咧，可以咧實行得到。咁亦都可以咧係制定一個咧係叫雙贏嘅方案，可以令到嗰啲唔同嘅持份者咧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啲喺職場上面有個健康同埋有個安全嘅環境嘅，咁而亦都可以咧係持續咁樣去落去。咁當然我哋面對好多嘅挑戰啦。首先我哋都研究過咧，就話首先就係呢個勞動力嘅老化，因為人嘅壽命越嚟越長啦，咁啊又低嘅出生率啦，咁而家加上一些人口係亦都開始冇辦法去增加啦，咁我哋當然係缺乏咗一啲勞動人口嘅數字上邊係缺欠嘅，所以我哋必須要係僱用翻一啲咧年長嘅僱員。咁但係呢個經濟嘅喺度轉變咧，亦都係幫唔到噶。咁我哋個生產力咧係提高咗啦，但係亦都係。個經濟咧亦都喺度改變緊，我哋個人口亦都短缺，亦都呢個生產咧一啲即嘅生產力亦都一路喺度推動向前，所以咧亦都加上我哋有一啲疾病嘅一啲嘅負擔啦，就係譬如話而家有新冠肺炎或者某啲嘅傳染性嘅疾病或者係長期病患，咁呢啲超重啊或者係一啲。疾病的風險呢其實會令到很多員工啊，他都要提早是退休，是因為這些健康的原因的。所以這些人他是必須要因為健康的狀況而退休啦。我們已經人口勞動人口減少了，加上這些健康問題而退休的人呢，我們是越更加是買少見少的那些僱員，所以製造了這些更加複雜的一啲嘅叫做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咁而喺新加坡的狀況咧，就是我哋遇到咁嘅情況，可能香港亦都會同新加坡一樣咧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呢個原因咧，我哋係要專注喺揾一翻呢啲嘅有能力工作嘅年長嘅僱員，亦都係對呢個整體嘅經濟咧係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我哋係需要。是一起去合作去令到这些计划能够实践得到。那么很多谢大家去听我这个讲座，也都希望大家呢都是有这个安全和健康的未来。Thanks, Mr. Ho, for your inspiring sharing. Please stay connected. Now we are going to take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聽完何長卿工程師分享新加坡的經驗，相信大家都獲益良多。接下來就是問答環節，歡迎大家輸入問題。好，看到有第一條問題了，有觀眾就多謝何教授分享 Healthier Workers, Happier Workers 計劃的案例。請問有沒有其他行業的一些案例分享呢？ Mr. Ho, please.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健康計劃，快樂員工健康員工計劃啊，咁啊喺我哋呢個先導計劃有好多公司參與，大約咧係11,000嘅僱員咧係參加呢啲嘅計劃，去參加呢個健康同埋快樂員工呢個計劃。咁我係有唔同嘅。行業咧，亦包括建築行業，有啲建築公司啦，有啲唔同嘅工廠啦，咁佢哋係做健康行業啦，有啲可以係航海行業啊等等，亦都有一啲咧物流管理啊嘅行業嘅，喺個職場安全計劃入邊。
2030年我哋係做一啲鐵嘅鋼鐵工廠，咁佢哋係面對一啲將來嘅一啲安全嘅問題噶。咁當然嗰啲員工係願意係工作啦。咁當然佢高級嘅管理入邊亦都去希望可以喺職場上邊去制定一啲全人嘅安全方案。咁我哋就為佢哋要去推行一啲，我哋要去針對性佢哋啲護理嘅健康嘅情況啦。譬如話佢哋吸煙上邊，其實吸煙對佢哋係有一啲好大嘅影響嘅，對你健康好大影響嘅。咁我哋就係亦都可以，我哋亦都好尊重一啲可唔可以持續性嘅問題啦。咁啊，亦都可以舉行咗好多呢啲嘅工作坊，去提升佢哋嘅健康，喺職場上面健康。咁我哋其實係有好多介入嘅計劃，譬如喺個職場嘅工作條件，因為有時啊，嗰啲崗位上面嘅工作，佢係譬如有好多塵埃上邊，咁我哋要減低呢種啦，亦都可能個噪音的問題影響個耳仔，那我們可能有些人體工學上改善他們工作的習慣對於身體的傷害，我們也知道有些工作上的壓力，也都減低了很多一些吸煙人士超過 60%， 也都減低了 30% 的一些的不健康的員工。其實很多公司也都能夠在這些健康的計劃上面得益的，提升了他們員工的健康情況之外，也都是加強了他們的個生產能力的。政府鼓勵僱主發展一個具包容性並且有利高齡員工的工作場所，而其中一種方法就是通過工作場所健康計劃。請問何先生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更多有關計劃入面的活動內容，例如健康活動？另一方面，現在有一些因應高齡員工制定工作場所的健康計劃，有沒有其他類似的計劃制定給其他員工呢？ Mr. Ho, please. Can someone interpret for me the question? I catch some part of it, but not all. Okay. I'd like to repeat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Did you men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 employers to develop an inclusive and progressive workplace that values senior workers? And one of the ways in through the work is through the workplace health programs. And can you share with us some more examples? And is the workplace health program for senior workers different from that for the younger workers? Ms. Nao, please. The 職場的健康計劃是推行了，我們是2014年首先開始的，就是由職安局，新加坡職安局舉辦，那我們一路增加了他們這個關注的程度。那其實安全會影響健康，健康也影響安全，那我們一些安全的計劃或健康的計劃呢，我們是怎樣去推行，用現在的能力底下的條件底下 去推行呢？咁我哋會發展咗一啲半日嘅計劃咧，就去呢個中高管理層咧去做一啲嘅講座啦。咁亦都喺呢個職場嘅計劃。咁呢個我哋全面嘅職場計劃咧，我哋就會係同一啲譬如話年長或者係年青嘅僱員都好，我哋都有嘅。因為健康是一座持續性的，你就算年輕你都要健康，你都一路去健康亦都能夠持續。那這些健康的，當然在年輕的時候
你能夠健康呢，你就會減低你年老的時候遇到的健康問題。那這個是一種好問題的，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關聯。但是我們當然啦，年長的人呢，他們會因為他們的健康會影響到他們的安全，工作職場上面的安全的情況。那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呢有計劃的結構，亦都能夠持續地去帶動。因為年長的人士會有這個長期病患的危風險是高一點，是相對比這個年輕的工作人工作的僱員是多的。那我們就亦都因為針對這個情況，我們會譬如說巴士車長，因為 50% 的巴士車長雖然年長，他們是不知道自己有這潛在的叫做長期病患的風險在這裡，根本他們是不知道。因為其實因為他們這個健康狀況其實是影響到他們工作安全的狀況的。當他們駕車的時候，駕個巴士的時候呢，其實是令到那些的搭車的人呢亦都是影響得到的。咁佢哋健康狀態好情況底下，佢哋揸車咧，當然個車長咧就會令到一般人都會更加健康。我希望能夠答到你個問題。入面嘅 right timing， 我哋應該納入邊一啲健康活動喺五至三十分鐘嘅定期健康指導入邊咧？如果我想喺公司入面實施呢一種定期健康指導，有邊一啲方面我係需要特別注意嘅咧？希望唐先生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建議同埋經驗。同Mr. Please， 你講緊嗰個係特別一個。時間的快怎樣去將這五至三十分鐘的健康指導呢帶入去這個工作。我們可以有一些活動去舉辦，譬如這些習慣，舉個例子，或者吃什麼的飯，或者怎樣去跌。咁我睇翻你嗰個開始嘅嗰啲嘅片段咧，好多人做啲嘅運動喺室內做一啲嘅嚇辦公室運動啊，呢啲係非常之好嘅。咁當然啲健康嘅指導咧，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嘅原因，譬如話就係一啲疲倦管理啊，或者身體狀況嘅啲人體工學啊嗰啲。咁亦都有啲情況，我哋可以呢啲咁嘅行動咧，我哋係視乎啊你唔同個別嘅專業個行業咧，要制定嘅。或者一啲實際嘅例子就係的士司機啦，因為的士司機其實好多都係自雇嘅，或者係受雇一啲公司，但係佢哋日日咁揸車，要揾翻佢哋一齊做。一啲嘅檢測，即係測試或者健康管理咧，係好難嘅，好難一齊做嘅。咁我哋就要好有彈性、好有創意咁去教育佢哋，培養佢哋一啲健康嘅習慣。喺新加坡咧，的士咧就每年咧係就要兩年至三年就要檢查一次嗰個的士，咁一定要 check 嗰架的士嘅。咁當佢哋 check 架的士嘅時候咧，係有三十分鐘嘅時間嘅，可能。或者照一個鐘都唔定啦。咁當然佢個車檢查緊嘅時候咧，嗰啲健康教練就可以走到佢嘅身邊，就會俾一啲嘅指導，或者一啲叫健康篩選嘅活動。咁嗰個的士司機又唔需要特登去請假去做呢啲嘅篩選。咁所以我哋就揾呢啲咁嘅合適嘅地點去進行呢啲嘅計劃，亦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咁我哋可以進行呢啲，因為佢一定要 check 去個架車咧，係一定要去受個檢查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種方法，就令到佢哋幫到佢哋去明白到，同埋要知道就係我哋要將啲咩
正確的信息咧，話翻俾佢聽，健康的信息話翻俾佢聽，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實例，我可以話到俾大家聽。A very variable sharing. Now we will move on to the next speaker from Taiwan. 再次多謝新加坡嘅何長興工程師。跟住落嚟有請台灣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院院長陳秋容教授。陳教授嘅主要研究項目係健康促進和管理、工業衛生、職業病預防等。佢都喺當地唔少機構出任過公職，例如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時間佢會介紹台灣嘅高齡人士就業相關政策，特別係職安健議題。很高興台灣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院院長陳秋容教授為大家介紹台灣是如何關注年長僱員的職業安全健康，有請陳教授。是參會的律師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我是來自台灣長榮大學的陳秋容。我的工作呢就有30年都是做職業安全和衛生的研究，職業的規劃。兩年前我就轉去大學任教，非常高興，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台灣的經驗。首先呢，我想談論一下呢，現在台灣的勞動力，我們都知道老化是一個全球一個嚴重的問題，可以跟台灣2006年的工作者的平均年齡由33歲咧，而家已經係提升到2015年咧，就係即係去到41年就會去到42歲。咁呢個老化嘅情況咧，係一個全面提到嘅一啲嘅慢性病、疾病嘅發生咧，再加上一啲個人嘅生活模式咧，亦都你嘅老化嘅影響咧。令到一個健康的員工可能就會造成一個高風險的生產力咧，亦都係下降嘅。同樣地，台灣已經喺2018年咧進入高齡社會啦。喺2025年咧，預估計會去邁向超高齡社會。我哋可以睇到呢個圖，大約從15到60歲嘅工作人口咧。是74%的，預計在2060年咧就要降低到51%。呢個最整個全球嘅老齡化咧，亦都係整體個經濟呢個大發展咧要嚴重嘅影響。我哋想同大家傾下咧，就係勞動力參與平均大概係60%。當然咧，男仔比女仔高一啲。台灣咧就叫做晚入同埋早出嘅情況，晚入咧就係可能比較少，比較老咧先至進入呢個就業市場。睇呢個圖表咧就話咧，同韓國啊、同香港啊都係類似嘅，叫晚入，晚好遲先入呢個就業市場，而且早出啊，可以睇到。隨世界其他國家比較，在50歲到54歲，甚至65歲，但是相差20至30%。咁啊，勞動參與率咧係36.7，60至64歲嘅咯，5歲以上係8.3%啫。中高齡者或者高齡者咧就係45歲到65歲啦。或者65歲以上咧，我哋都知道嗰啲個問題，佢嗰個肌腱啊、反應時間變長啊，或者係啲久站嘅工作啦、啊、重複性嘅工作啦、啊，或者姿勢不良嘅工作啦、啊，都影響到我哋中高齡或者高齡嘅僱員噶。咁第二個就係由於進度老化嘅影響啊。咁我哋呢個含氧量，循環系統嘅含氧量嘅下降，譬如話長時期工作啦、夜班工作啦、輪班工作啦、個心肌血管嘅工作啦，亦都身心症狀嘅機會咧，係亦都係增加噶。咁老化嘅影響咧，對於我哋嘅文字個敏感度會下降，所以睇熒幕咧，長期睇熒幕咧，
甚至於長時嘅對於顏色嘅比較，亦都會係下降。我哋聽力嘅問題亦都隨住老化嘅影響咧，亦都係嗰個高頻嘅影響嘅音損係比較多。你會工作上面臨到呢個信號能關係嘅聽取咧係會下降嘅。咁我睇翻呢個趨勢啦。大家都了解咧，就係聯合國而喺1999年咧定為呢個國際高齡者年啊，咁啊強調一個四個面向嘅。第一咧就係個人嘅終身發展啦、跨世代嘅關係啦、人口老化與發展嘅關聯同埋高齡者嘅處境四個方向。同樣喺2002年啊，我哋有一個叫活躍老化，就創意呢一個咧。提到呢個三個健康參與同埋安全，亦都成為各國政策發展嘅重要參據嘅。2016年國際衛生大會咧，也提到咗高齡化同健康全球策略嘅行動計劃，咁啊呼應我哋咧係要跟同呢個 SDG， 要同呢個目標咧係要結合，又希望啲高齡者咧都能夠平等而且有尊嚴，咁喺一個健康嘅環境。可以能夠發揮佢自己潛能。喺2020年 ，WHO 咧亦都將2020到2030呢個十年咧叫做健康老化嘅十年。個重點就係要同我哋個 SDGs 咧係結合一齊嘅。好啦，我想傾下咧，台灣對於高齡，我哋呢啲受雇人。最近呢五年嘅一啲嘅相關政策嘅推進，首先就係2015年咧，我哋頒布咗高齡社會白皮書，就提出咗健康生活啦、幸福家庭啦、活力社會啦，同埋友善環境嘅四大願景，提出咗幾多個action plan 啊，啲行動計劃。頭先話老人福利法咧，係2015年底都修正通過，2016年咧開始實施。長照2.0計劃，長期照顧10年計劃，同呢個市場比較有關咧，就係去年年底，即係2020年底咧，我哋發布咗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跟住呢個促進法咧，我哋又有一個叫退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補助辦法，同樣喺台灣勞動部嘅職安部咧，我哋係2020年底咧定咗個指引，叫做《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好，我哋高齡社會白皮書入邊，同我哋嘅高齡將嘅職高齡者嘅職場咧連結。譬如話舉例，第一個咧係鼓勵並輔助企業咧係呢個有齡高齡友善就業環境，譬如話用呢、這個。科技啊 ，AI 啦、啊，咁呢啲嘅設計提升，俾我哋友善嘅職場，令呢個高齡工作者咧有一個好嘅工作嘅設備、工作條件同埋工作方法，減輕佢個工作負荷，又可以可能提升佢哋繼續就業嘅可能，又促進咧有穩定嘅就業，可以延長佢退休年齡。第二樣咧就希望透過呢個白皮書入邊作一個宣誓。希望強化所有呢個遠距工作，令到更多高齡者咧喺在家工作。我而家我諗都係一個疫情嘅嚴峻情況咧，好多人都喺在家工作噶啦。咁有呢個發展呢個模式咧，就令到更多高齡者咧可以喺屋企工作。第三個咧就係退休以後，希望透過政府機關或者企業嘅組織，能夠維系啲退休員工呢個活動力。呢、这個活力，譬如包括一啲專業性或者聯誼性嘅社團啦，能夠隨時令到佢哋有個互動，保持佢呢個身體嘅活動。繼續，我哋想傾下2020年中高年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呢、这個指引其實咧係有分5個大項目，第一個啦就是、呼籲中高齡者咧要有高度嘅參與。即提升佢哋參與。第二個咧，就係讓啲高齡者，即60歲以上咧，
已經有工作經驗繼續傳授出來的製造業。第三樣呢，就要跟這些年輕人就是世代的合作和經驗的傳承，希望能夠在這個職業來說可以提到這些重要的呼籲。第四個就是維持工租中高齡者和高齡者就業的權益，建構一個友善的就業環境。最後聽不到，剛剛我提過45歲到65歲的中高齡工作者，高齡工作者是超過65歲的了。同我們的職業裡面就提到工作適應的 workability， 即是希望在職場工作者他在工作過程之中的表現，希望能夠應付，能夠解決和應付工作的需求，那個整體能力表現到出來的 WAI。至於怎樣去評估一個高齡者的安全和健康呢，我們通常呢就按照個風險評估的概念，第一個呢就是做一個面試，我們可以看個健康評估，譬如健康檢查的資料啊，以及大家很關心的人體工學的一些症狀，是心血管的疾病啦、工作環境啦、工作時數啦，去面向一個咧個人健康風險評估嘅。另外一個係工作場所個風險評估啦。根據呢個評估結果，我哋第一個咧就要作一個作業環境嘅改善，譬如話通風嘅問題啊、噪聲太大嘅問題啊、低温高温啊，或者環境温度嘅問題啊。透過這些環境的改善，希望對個人的健康能夠有一個更加好的健康保護措施。這樣一個作業流程最後呢就是做這個 PDCA， 希望能夠不斷的檢討去繼續的持續的改進。譬如說安全的方面，我們會要求譬如說使用移動電梯的時候應該有其他人在旁邊協助，有安全的上落設備，工作場所的一些暢通，我們和很多一般的工廠安全的條件措施有關的，就防止他們是會跌倒。那這個環境的部分特別是對中高齡和高齡是特別要提供一些預防的或者省力的一些機械設備和裝置。現在的高溫裝業等等呢就是要即時的改善啦，要有一個行政管理的措施，或者高氣溫 的戶外作業呢是有這個中暑的危險，我們要做這個健康檢測啦，還有提供一些叫休息區的規劃，減少這個單人作業，我們在這個職業裡面都特別提醒的。另外戶外好像香港就比較少一些叫低溫，好像台灣一樣，因為有些地方 是低溫環境的，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指引的提醒，在譬如高山上要防保暖啊，還有一些長期間察它的健康狀況。健康保護措施裡面就包括了台灣是有些所謂的勞工健康服務的義務團隊，這個是法定規定的，是100人以上是去執行這些健康服務，這個義父的團隊呢是會對員工作一些健康的篩選和健康的測試，就是看工作條件配工、工作調整是作建議的。當然要提醒這些中高齡的勞工呢能夠強化他們的肌耐力和心肺功能，就要做定期的檢測的。另外政府為了促進中高齡者和高齡者的就業，就定了這個促進法的，同步呢也有一個叫做補助辦法，是在去年的年底是實施。另外也有一個工作生活平衡輔助計劃，這個措施呢就是補充措施裡面呢增加了
中高齡員工退休準備與調適協助的措施，是這個比較先進的一個方案，也就是說有員工開始要退休前就希望透過這些實驗的單位呢能夠催促這些理財計劃、啊、健康的保健、啊、提升的中高齡員工在退休之前就可以有好這個準備，可以達到工作和生活有平衡。這個目前是每一家企業最高補助是新台幣50萬元的。除了這些剛剛頭先提出的這相關的退休前的準備之外，在職場的環境或者健康信息的補助，我們是有提供非常多的補助措施，當然是要經過比較完整的申請程序，包括工作環境啊，和職場措施的一些職場保健啊，或者一些的不同的工作環境補助啊等等，設施的改善啊，職情的改善啊，自動化的工作的條件改善啊，要針對中高齡者實施的計劃都有非常多的補助方案的。下面呢也都有個網址大家可以參考的。我想很快的往里讲三个最近做得比较推动这个辅导案例的比较好的三个方案。那些员工大概有265人，所以他们是618人，所谓中高龄人占了 30% 的，这些高龄者的问题带着个目前的生存率是 12.2， 那 BMI 的情況呢就是有一代以上呢是不是挺理想的。我們根據這個這樣的工作呢，跟台灣的高健康服務中心合作，對於這些的產業這個公司投入了需求這個評估，需求評估和找了問題出來，給了一些健康的指導，就是這個語音工程的改善啦，希望他們不要再受傷，不要造成一些酸痛的問題，你的工作舒適的安排。最後透過個人的部分呢，希望他們看個看診的追蹤，透過一些健康的主導、啊、或者一些健康的教育、啊、一些的健康活動，一些休養活動都可以異常改善，是增加這個結果可以看到的。看出來就是57個比較風險比較高的員工自入增加這個參加的計劃之後呢，改善之後呢幾乎是兩成，即是 56% 的。不管是參加健康檢查、健康指導、健康活動和健康照護的知識，以及健檢異常數據呢，各方面都有非常明顯的改善。同樣做這個工作能力評估呢，都發現了這57位裡面有將近四成他是屬於改他們的工作適應。第二個例子啦，就員工之數多一啲，383人，一樣佢哋中高齡嘅人數就佔咗150個。依度所做嘅就係、是、生存高中嘅電腦嘅縫紉機，我哋可以睇到佢 KIM LHC 嘅改善前嘅評估咧，係屬於風險，係屬於第四級，一定要改善嘅。透過呢個改善之後，評估之後咧，有好多方法改善之後咧，佢哋就將個風險嘅等級嘅改善大大地下降咗，同時對於個人在做呢個中高齡嘅一個檢疫減壓蝕點，全部係譬如話總部喺香港，佢哋對呢個蝕節呢個鞋墊方面咧有一個措施嘅。對於個人呢，就包括我哋衛生教育啦、職業治療師啦、
佢哋 OT 咧就要做呢個現場嘅服務啦，去教佢點去做一啲工作嘅強化。咁有三個階段嘅實施嘅，一個階段就兩個月。咁啊成效咧，我哋睇到咧改善嘅備款咧係冇乜問題嘅。改善之後咧，由四咧係降到二嘅。改善之後咧，幾乎咧係去到零嘅，即係幾乎到係全部都唔使做一啲抬舉嘅動作。同樣咧，第三個案子啦，第三個案例啦，就係一個包裝，佢哋每一日咧就係要搬運咧係四百次，每一個紙箱係24-25公斤，前經常要彎腰啦。成日要扭轉佢個膝頭哥啦，呢個同埋離開個身體嘅時候好遠嘅。咁我哋咁樣評估係三級嚟嘅，三級屬於中高啦。佢呢個 KIM 嘅評估嚟嘅。咁我哋作咗啲改善之後，做呢個工程改善，就用紙箱多一啲嘅機器，可以睇到係非常明顯嘅。一開始係兩個人。一組兩個人一組處理呢個17.5噸嘅工作量，咁用呢個機器手臂之後咧，一日咧一個機械手臂就可以做處理18.5公噸，比原來嘅員工嘅處理咧仲多咗咧係1.5噸，咁所以睇到而家呢個工作量效率增加咗，啊人力減少咗，咁我哋。非常符合呢個人體工程，就令到啲人啊唔會有啲酸痛嘅情況，而令到使用比較尖端嘅機械手臂機械人咧代替人力。最後咧，2015年我哋有一部叫做台灣叫做高年級實習生呢套描述一個咧年紀好大嘅長者點樣去投入一個工作入邊呢個片段，咁啊非常之深刻嘅呢個片段。我哋係咪話應該放一個喺台灣勞動力發展熟悉一個30秒嘅片段俾大家睇？坐吗？体力差就靠工具吧。自走式电动手推车省时又省力，或是调整职务，让高年级生成为指导者，传承经验。老花眼就改善设备吧，大尺寸萤幕放大软体，让眼睛不再吃力。反应慢就调整流程吧，简化步骤，让工作快速好上手。透过植物再设计的巧思，克服工作障碍，让高年级生找回自信，再次成为职场上的活龙。年纪大了，症状样样来，难道老手不能再继续工作吗？体力差。好。好啦，唔知道大家参加嘅咧嘅与会者咧有啲咩嘅谂法啦？其实呢、这个我哋系短片已经好简单咁介绍一啲需求啊，或者职场上边啲环境，我哋点样可以做？就叫做職務再設計，比如話最大的效益是咩咧？點讓到嗰啲員工有非常多？譬如話，我哋專注喺高齡者，而聘用高齡者一啲老化嘅現象，能夠令到佢唔會因為老化而影響眼睛老化或者反應變慢啊！我哋就係我哋投向一啲最重要嘅一個工作。在台灣而家職務再設計咧，我哋嘅身心障礙者啊，就是、我哋今日嘅重點咧，就係45歲以上嘅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亦都俾一啲失智症啦，或者受到貿易自由影響產業嘅事業單位嘅勞工咧，都可以咧符合我哋一啲咁嘅對象嘅。咁啊，職務再設計亦都包括咗一啲專家團隊、跨齡組別呢啲團隊啦。亦都會透過咁樣嘅協作，即係諮詢服務，亦都作一啲實地嘅訪視，提出一啲具體嘅輔導同埋改善建議。同樣呢啲改善嘅事項，
我哋可以得到咧一啲經費嘅補助。因為經費嘅補助係幾多咧？目前每個補助每個個案咧，每年最高係10万新台幣。咁啊，經過專案評估核准咧，就唔可以增加嘅。咁未有一個彈性嘅空間嘅。咁啊，職務再設計咧，係一個簡單但係有效，令到我哋啲高齡者或者中高齡者咧，都可以有比較可以延長佢退休年景啦，係直接去仲係就業嗰個職場工作，就可以作高作嘅調整啦。亦都省力嘅機器人啊，或者一啲嘅唔同嘅工作設備啊，或者改善嘅工作設備同埋器具，同埋一啲支架類嘅輔助啦，亦嘅一啲彈性嘅工作安排，改善你工作條件，或者簡化佢哋工作流程同埋呢個工作嘅方法。好啦，以上就係我針對台灣一啲嘅經驗咧，簡單分享，透過一啲嘅立法啊、補助措施啊、一啲輔導嘅方案啊，令到啲高齡者可以執行呢個職業安全健康，推動呢啲嘅工作。非常多謝大家，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面對面，可以做多更加多嘅交流。多謝大家。解說請繼續留在線上解答觀眾的提問。以下咧就系问答环节，欢迎大家输入问题向陈教授发问。好，睇到第一条问题咧，就有观众问啦：如果雇员嘅工作性质唔同，例如喺办公室工作同建筑工地工作，佢哋需要进行嘅个人健康风险评估同埋标准会唔会有唔同呢？有请陈教授回应。好，我都大概听得懂一啲嘅。OK， 即系话而家喺台湾推动所謂的健康服務的工作，其實不理話製造業啊、零售業啊、辦公室啊，標準都應該是一樣，亦都係一樣嘅標準，亦都係我哋健康風險評估的標準。好似台灣會用工時啊、健康的狀況啊、個人的抽煙啊，譬如有冇抽煙的習慣啊、抽煙抽幾耐啊、連接幾耐一啲嘅簡介嘅資料啊。同埋一啲或者即係有啲我哋 overlooking 嘅評估，譬如話做一啲健康評估嘅異常推廣，譬如話一啲長期病患嘅評估方法。咁呢評估方法咧，我哋作一個整體嘅評估，唯一唔同嘅咧就係我哋評估嘅方式係一樣嘅，唔同嘅咧就係辦公室同埋一啲嘅工地，佢哋嘅風險係唔同。譬如辦公室，就偏向於就坐喺辦公台上面，一個椅子的高度啊、台的高度啊、有啲相關的温度啊等等。但是在工作地，譬如話營造業，佢哋要爬高腳架或者去高地方，是不是會需要一些負重啊？可以孭好重的嘢啊，或者孭住水泥啊等等。咁另外仲有啲外在嘅温度啦，個體温嘅户外嘅體温嘅環境，高温度嘅環境，你空間等等，嗰啲可以影響到，就要搭配一啲我哋為評估嘅時候，佢屬於唔同嘅性質。咁呢個咧就係個標準係一樣，但係我哋要因據佢哋作業嘅模式咧、行業咧、風險咧，去評估一啲佢哋嘅情況。几条问题有观众就问啊，陈教授可唔可以简单分享一啲其他劳工健康服务推动辅导嘅案例，例如一啲工作地点位于建筑工地嘅案例。有请陈教授回应。对，我刚刚有我头先分享咗三个嘅健康服务嘅辅导资源。头先台湾咧，而家台湾咧系喺劳动部咧就有北中南。最近東部最近都有咧四個健康服務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佢哋會對100人以上提供咗好多專業嘅資訊，對100人以下咧就可以做一啲免費嘅服務嘅，仲有加上好多補助嘅資源。工地嘅部分嘅營造業咧，我哋都做過啦。做嘅方式咧就係一方面一開始就係做一個需求評估先。
出個員工勞工的一啲嘅資料、工作嘅健康情況嘅資料，就配合搭配之後咧，睇到市場睇到之後咧，就要提醒你呢個地方我呢個安全有疑慮，要作改善，要喺可能係要高架作業啦，咁啊勞工嘅風險評估咧就要注意呢個夏天啊。夏天的户外高氣温亦都很容易造成員工一些熱衰竭或者甚至中暑的問題，所以這些一邊我們是需要做一些評估的，是個人每天上班前一些的健康評估，以及最增加這個全群式的一些的提醒，都要提供一個呢是簡單一個報告，希望呢我哋對一啲輔導或者參加輔導嘅單位咧，能夠根據佢提出一啲建議項目咧，一步一步，可能最呢近節咧係一步嘅改善，就變成一個咧喺營造業呢個健康服務嘅一個模式，呢個模式咧就可以複製出嚟。呢個我就係針對。譬如营造业的健康服务的回应。好的，再次感谢陈秋荣教授带来宝贵的台湾经验。跟住咧就系，谢谢大家，谢谢。跟住咧就系今次职业健康网上研讨会嘅选择题时段，大家咧喺荧光幕咧就会将会见到一条选择题咧，要大家作答，限时系三分钟。题目咧就系、是、下列哪一项系制定中高龄及高龄工作者安全卫生指引2020年嘅目的咧 ？A. 鼓励世代合作与经验传承 ；B. 降低中高龄者劳动参与 ；C. 减少高龄者再就业嘅机会。大家有三分钟嘅时间作答。系啦，見到有啲參加者咧已經完成咗作答啦，請耐心等一等啲未答嘅參加者喎。嗱，趁一段短短嘅空檔咧，其實你都可以喐一喐嘅。正如職安局最新宣傳片《平安喐》入邊話齋啦，喐多啲能夠減少患上慢性疾病嘅風險噶。嗱，大家可以企起身伸展一下噶。食得是福，平安是喐。教你平安浴，齐浴手也要齐卷福，零pat pat再去摇双足，平安浴令我好想再继续。平安曲教你平安浴，齐浴手也要齐卷福，多运动能减少患上慢性疾病嘅风险噶。平安浴令我越做越满足。時間咧就剩翻唔係好多嘅，等我再重複一次條問題啦。下列邊一項係訂定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嘅目的呢？三個選項分別係 A. 鼓勵世代合作同埋經驗傳承 ；B. 降低中高齡者勞動參與同埋 C. 減少高齡者嘅再就業嘅機會嘅。
選擇題時間結束啦。剛才大家就聽過兩位海外專家分享新加坡和台灣怎樣面對勞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職安健挑戰，現在我們就將眼光放回本地。今天第三位講者是來自學術界，研究領域就包括社會工作和老年學、健康與老年等等，他就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和社工講座教授黎永亮教授的。以下時間就有請黎教授講講替造年齡友善職場的。hey, 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友善年齡職場的一些的情況和題目。我只是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20分鐘跟大家分享下面幾個的重點。第一，我們很簡單地去看一看香港年長勞動力的情況，還有一些我們年長僱員面對的挑戰。我們都可以去看一看究竟其他地區的應對策略是怎樣，還有一般在香港的僱員和僱主和勞工團體對於怎樣去支援年長的僱員的看法。其實大家都知道很多了關於香港的人口老齡化。當然不同人對老齡化有不同的看法的。我自己個人去看就是說老齡化其實就代表了一個社會的進步。原因就是因為你的醫藥啊，或者是環境衛生啊，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壽命越來越長，咁其實咧係對於一個社會嚟講係一件好事。咁但係當然啦，同時亦都會帶嚟咗唔同嘅挑戰嘅。喺老齡化裏面，我哋會睇到越嚟多嘅員工係進入佢比較年長嘅階段。咁好簡單一樣嘢，以前我哋講緊退休咧，好早就會退休嘅，可能50幾歲已經退休。咁今日可能我哋已經講到60歲，或者甚至65歲，或者甚至有一啲機構或者有啲單位咧。他們是沒有退休年齡的，這個都是現代社會我們見到一個的情況。同時就是因為人口那個的老齡化的緣故呢，也都牽涉到我們去想究竟在老齡化裡面我們怎樣去保持一些年長員工他在生活水平、生活質素和經濟獨立各方面呢，都是在跟我們的勞動市場有關係。咁而另外一樣嘢，我去諗就係話勞動力嗰個短缺。頭先幾位唔同嘅嘉賓講者都講咗嚇，全世界嘅勞動力短缺，亦都可能牽涉到喺香港嘅情況。勞動人口嗰個參與率將會不斷咁樣嚟下降。其實我哋如果用年齡友善嘅工作場所，我哋可以去睇下一啲其他嘅國家，譬如加拿大。咁佢哋點樣去定義年齡友善嘅工作場所呢？咁其實呢，喺大家喺見到嘅，佢哋其實對於一啲嘅僱主呢，佢哋喺政府嘅層面亦都出咗一啲嘅指引，嚟到希望一啲嘅僱主呢，用一個叫做工作場所友善嘅一啲嘅工具嚟到去評估下。咁評估內容呢，其實包括幾樣嘢嘅。第一，佢哋覺得年齡友善嘅工作場所呢，即係話係培養咗一種包容同埋重視所有年齡層嘅能力。無論佢嘅員工係喺咩年紀，喺呢一個工作間嘅文化呢，係去重視佢哋。咁而佢哋亦都會採用一個所謂叫做年齡友善嘅招聘方式，即係話除咗係吸引唔同嘅工作嘅年齡層嘅僱員之外，亦都特別嚟到去推廣嚇，即係話年紀比較大嘅，都去主動嚟到去吸引佢哋嚟到去進入翻佢哋個工作間嚟到去工作。咁呢啲嘅僱主點樣去留住佢哋年長嘅員工，同時咧，亦都係留住員工喺工作場所，除咗人之外，仲有佢哋經驗啦、企業知識啦、生產力同埋各方面嘅多樣性嘅一啲嘅配合。咁其實對於年長嘅僱員面臨嘅挑戰咧，咁其實我哋喺現時咧就進行緊喺香港進行緊一個應對香港人口老齡化嘅職業安全同埋健康挑戰嘅顧問研究，咁亦都係職安健嚟到去支持嘅。
咁喺背後咧，我哋有一啲初步嘅研究結果。咁我哋其實裏面咧就個研究嘅規模比較大嘅。咁我哋遲少少咧都會有一個大型嘅訪問電話訪問嚟到完成。咁但係我哋依家初步咧就完成咗一啲嘅個人嘅訪談。咁主要我哋去訪談咗一啲嘅年長嘅工作嘅人士啦、僱主啦，同埋一啲嘅工會團體啦，咁睇翻佢哋喺一個工作嘅環境面臨嘅一啲挑戰係啲乜？咁對於僱員嚟講咧，最普遍嘅一啲嘅挑戰咧，就係喺身體上嘅挑戰。咁當然我哋會講話哦，年齡老化係唔係個個都身體唔好咧？其實絕對唔係嘅，絕對唔係嘅。我想提出呢一點就係話，只係可能有部分嘅員工因為自己身體嘅情況或者變化。有一啲嘅喺工作上碰到嘅一啲身体上嘅挑战。咁其实喺呢个概念里面咧就好特别啦。究竟係因为年纪大因为係身体唔好呢？咁嗱，我哋喺医学上都其实好多时候知道年纪大呢係会有身体嘅变化，但係唔等于每一个年长嘅工友呢都会遇到咁嘅问题。咁但係当遇到问题嘅时候，啲工友通常会讲到就係、譬如举例佢哋提宠物嘅时候会有到挑战，企得耐呀、行得多呀、容易跌倒啊，平衡得唔好啊，眼干啊，视力退化，或者系骨骼同关节嘅问题。咁当然另外一样嘢就系喺个工作压力。咁呢个工作压力好特别嘅，除咗系工作本身之外咧，亦都系牵涉到一啲嘅雇主对雇员嗰个要求。咁有啲雇员可能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亦都好担心会唔会俾人哋去裁员啦，或者会因为自己年纪大嘅缘故满足唔到雇主嗰个嘅工作要求。咁另外一個挑戰就係會覺得啊，工業安全嘅知識越嚟越多，咁我點樣去可以追得上趕得上嗰啲工業安全知識呢？如果佢哋有一啲會講到啊，20年前同依家做地盤，可能個規矩咧已經好唔同嘅。咁但係對於一啲工友嚟講咧，可能佢哋個對於呢啲嘅知識嗰、那個吸納或者係學習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困難或者係唔同程度嘅進展嘅。咁另外咧就喺个工作间嘅安排同埋工作量嗰方面啦。咁有啲时候有某啲工种可能工作时间比较长啦，或者工作量多啦，日程安排紧张啦。对于一啲年纪比较大嘅长者嚟讲咧，或者系一啲嘅员工嚟讲咧，有部分咧都会显示到咧系有问题。咁但系记住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唔系所有嘅员工都系咁嘅。有啲会觉得啊，我年纪大，我经验多，我就识得点样去用经验嚟弥补翻嗰个工作日程嘅紧张。懂得更加懂得點樣去安排同埋分享分配佢嗰個工作時間。咁另外咧就對於危險工作環境啦，嗱其實喺呢一度咧，我哋發現咗有兩個特色嘅。第一個特色咧，就有人會覺得可能我年紀大可能身體如果有唔好嗰啲咧，就危險少少。但係其實調翻轉，有好多雇員話俾我哋聽，其實佢哋就係因為有長期嘅工作經驗，對於一啲工作環境嘅危險程度嗰個敏感性咧係高咗嘅。咁所以反而咧，佢係會成為一啲年青嘅僱員嘅一啲嘅提點。咁呢一樣嘢咧，就好多時候咧，係我哋好多時候平時冇諗到係會咁樣樣。喺其他國家地區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案嚟到去應對人口老化啦，同埋員工嗰個嘅年齡嘅越嚟越大嗰個情況。咁頭先有唔同嘅講員或者係嘉賓都講過喺台灣、新加坡嘅狀態，咁我再到多講啦。咁但係譬如舉例喺日本，咁有一啲咧就會佢哋有一個法案去規定，就係話一個穩定年長人士嘅就業法案，咁係強制性退休年齡咧65歲先至可以退休嘅，先可以用退休嚟到去令到人哋離開個工作崗位，但係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條款係可以令到佢哋工作到70歲，咁通常都係同其他國家一樣啦，就係話佢個工作能力啦、健康狀況啦、構唔構成危險啦咁嘅嘢。咁喺歐洲咧，大部分好多地方咧都用65成為一個退休嘅年歲。咁但係咧，佢哋都用可唔同嘅政策嚟到去改善佢嘅退休，或者係令到嗰個工作年齡咧可以增長嘅。而喺英國咧，年長僱員咧就好有趣嘅，佢哋將年長僱員咧就定得早啲。咁但係唔係等於話50歲咧就要退休嘅？而是他们会觉得就是在年长雇员里面呢，他要令到那个工作环境更加友善呢，就早一些来到去开始推动一些同年长雇员有关的就业机会的一些的政策。
譬如話點樣去規範就業情況下嘅年齡歧視啊，嚴格嘅解雇程序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方案。咁美國、加拿大都係好類似啦，佢哋有就業年齡嘅歧視法。咁加拿大咧，亦都有佢哋特別對於年長啲嘅一啲嘅員工嘅就業援助嚇，或者係一啲嘅計劃。咁而加拿大亦都同美國一樣咧，就係話其實佢喺某程度上咧，有一啲用年紀嚟到去劃分嗰個人可唔可以做某份工咧，就已經成為咗喺歧視法裏邊嘅一個保護嘅範疇添嘅。咁喺我哋訪問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訪問過一啲嘅僱員。關於佢哋喺工作間究竟嗰個安全程度對佢哋個工作狀態會唔會係構成一啲影響，或者反而係令到佢哋有一啲嘅友善嘅環境，令到佢哋做嘢係方便啲同埋安全啲咧？咁喺我哋同啲僱員去傾談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就有一部分嘅僱員會覺得啊，其實好多嘅培訓本身其實係有用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會驚住有一啲咧係比較理論化一啲。咁點樣可以對需要面對面嘅培訓、實地嘅培訓，同埋靠工作經驗嚟到去預防事故，同埋降低風險咧？咁呢啲佢哋都係有提議過嘅。咁而對於職安健嘅建策政策啊，或者係唔同年紀嗰個嘅員工嘅獨特性嘅要求啊，咁其實咧有啲僱員咧就會覺得啊，其實都擔心會唔會對僱主產生更多嘅負擔。或者在現實生活裏面咧，未必能夠完全應用。但調翻轉咧，佢哋就會覺得啊，如果可以喺啲職安健政策裏面有一啲嘅激勵嘅政策，嚟譬如退稅啊，僱主去加強某一方面嘅設施，或者係一啲嘅僱員嘅培訓，各方面係可以做得更加深入、更加落地一啲嘅時候，可以俾到僱主有啲嘅退稅嘅優惠嘅時候，反而佢哋會覺得嗰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方案。咁而當然啦，香港嘅狀態就係話，好多員工都覺得現時嘅公積強積金計劃根本未必能夠維持到佢哋退休嘅生活。咁喺呢方面咧，佢哋都覺得咧，喺對於佢哋嗰個嘅年長，唔單止係退休啦，甚至係工作嘅時候，佢要擔心嘅嘢咧，亦都係一個實在嘅狀態。咁而當遇到一啲嘅工業嘅健康問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個困難咧就喺我哋個公營醫療體系裏面，佢哋會發現喺公營醫療體系裏面對於職安健服務本身咧其實係可以有多啲嘅空間嚟到去再改善嘅。對於用戶一啲友好用戶友好嘅一啲醫療費用嘅索償機制，或者對於工商員工嘅經濟支援咧，佢哋都員工們都覺得咧就係喺個公營醫療體系裏面咧仍然都好有多嘅空間嚟到去作出一啲嘅改進。咁喺職業安全嗰方面就好取決於年長員工喺工作嘅習慣同埋安全意識。咁我哋雖然喺另外一方面講話年長嘅員工會唔會喺工業安全個裏面係缺乏知識咧？咁但係又未必一定會嘅，因為我哋發現原來有一啲嘅員工亦都好明白員工喺職安健裏面咧，佢哋有自己嘅責任，同埋咧就好佢取決於未必係佢嘅年齡，而係佢自己作為一個員工本身嘅自我安全意識。嗰、那個嘅認同嘅，咁喺我哋訪問裏面咧，亦都訪問咗一啲勞工團體嘅睇法。咁對於勞工團體嗰方面咧，佢哋會好多時候會建議就係話，職安健咧就唔係淨係為一啲某一啲嘅年齡層嘅。所以其實咧，如果可以早少少，所有年齡層都有嘅話咧，其實當嗰個員工一路進入一個比較年長嘅期間咧，佢嘅知識技能咧都會一路可以帶住落去嘅。咁所以咧，佢哋應該咧就係着重多一啲早啲嘅干預，早啲嘅訓練，早啲嘅培訓，咁然後經常喺裏面不斷嚟到去加強嗰個培訓，用一套同一套嘅標準嚟去做培訓，咁就唔係因為年紀大所以要特別有個培訓，因為反而佢哋會覺得喺一啲勞工團體裏面，反而會覺得咁樣咧可能係構成咗對一啲嘅比較年長嘅員工咧係唔公平，因為以為佢哋年紀大就一定係唔識咁樣。咁但係普遍嚟講咧，勞工團體都會覺得喺香港預防工業意外或者係工作間意外嘅或者一啲潛在嘅職業病方面咧，其實嗰個普及性雖然有唔同嘅活動同服務或者措施，但係始終喺落實嗰方面咧，仍然係有空間係可以更加改善。對於勞工團體嚟講咧，當然啦，對於年長工友或者年長嘅員工咧，
有某啲特定行業，譬如保安啊、清潔工啊，或者係因為經濟需求啊、僱主嘅偏好啊，呢啲咧都對佢哋形成咗扣就業嘅挑戰嘅。甚至有啲嘅講到就係話，其實我哋未必唔係唔想請年紀大嘅員工，但係有啲時候勞工保險嗰度有冇一啲嘅保險公司肯承擔啊？咁呢一啲都係對於佢哋嚟講就業嘅一啲嘅挑戰。咁醫療設施其實同員工講嘅都好類似，就係話嗰個嘅衞生職業衞生嗰個醫療服務體系咧，未必係咁有效，咁冇辦法去解決到目前嗰個實際環境嗰個所需咁樣。咁喺我哋訪問咗唔同嘅僱主啦、僱員啦、同埋一啲勞工團體啦，咁我哋當然遲啲咧會有一啲大型嘅研究問卷調查報告咧，都會發出嚟。咁嗰度咧，我哋就會集中處理喺一啲嘅年長員工喺實際佢哋工作間遇到一啲嘅特別嘅困難或者係一啲嘅挑戰。咁但係我哋基於頭先講嗰樣嘢咧，我哋有幾個結論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實喺勞動力嘅年長僱員中咧，其實無論係經濟需求、工作能力或者佢哋個人嘅興趣咧，都希望係可以繼續嚟到工作嘅。咁有一啲係希望有一個嘅選擇，咁而選擇係最緊要。咁但係當然啦，僱主願唔願意或者係僱員願唔願意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咁喺一啲特定嘅年長僱員嘅措施同政策咧，雖然有一啲嘅譬如話勞工團體咧，未必覺得咧就我哋要針對性去做一啲嘅年長嘅僱員嘅一啲培訓嘅措施，但係同時咧有一啲嘅員工亦都話俾我哋聽，因為佢哋以前年輕嘅時候做嘅時候個方法唔同，咁所以對佢哋嚟講都有一個轉變。咁所以點樣去針對唔同背景咧？主要係唔同背景、唔同工作經驗嘅員工嚟到去有適當嘅培訓同埋措施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合理嘅。咁至於職安健嘅培訓、加強意識，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覺得係一個首要應該要繼續推動。咁要令到一個工作間更加嘅對唔同年齡層友善咧，我相信一啲僱傭嘅激勵啊，或者係點樣去穩定嗰個養老金嘅制度啊，都係可以令到僱員嗰個投入感會大啲，亦都嗰個嘅壓力啊，心理壓力會細啲。咁因為有啲時候可能大家會認為哦，咁如果我有好嘅養老制度、退休制度，員工咪唔使做咯，但係未必嘅。其實員工嘅可能亦都因為佢哋覺得對社會有貢獻而繼續工作，咁但係當佢哋一路做嘢，工資未必能夠可以負擔到佢將來養老或者退休嘅需要嘅時候，佢哋嗰個心理壓力亦都大，間接亦都會喺工作間形成一啲嘅危險嘅要素。咁所以整個職安健個措施同埋個體制咧，係我哋一齊要去睇先至可以有得改善嘅。好，咁多謝大家。多謝黎教授的分享，請繼續跟我們一起去解答觀眾的問題。因為時間關係，我只問一條問題。黎教授，請問有沒有建議哪個年齡層或者哪個行業的人士需要強制驗身的呢？我相信呢，就如果我們用年齡層來去界定驗身的需要，其實呢我們可能在某程度上就犯了我們一般人的一啲嘅謬誤啦，就覺得年紀大就一定係身體唔好，或者年紀大一定係能力差，但係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應該最好比較好啲嘅方法就係按照工種嘅需要嚟到去檢查，譬如話某一種工種係需要有某一種嘅身體嘅體能或者係能力先可以做到嘅。無論佢個年齡係乜嘢咧，都係按照工種嗰度嚟到去檢驗同埋檢查。即係舉個例子，就係話有一啲國家佢可能職業司機咧要去到某個年齡先至去檢查身體，但係其實我哋近年開始發現喺某一啲嘅職業司機裏邊，其實年輕嘅都可能有身體健康問題，可能年輕嘅都會有血壓高或者係隱性嘅心臟病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可能喺行業度用行業嘅劃分就好過用年齡嘅劃分，以防止我哋對於年齡歧視更加有一個錯誤嘅睇法。是，多谢黎永亮教授的分享的。与此同时呢，就我们再次进入了这个选择题的时段。荧光幕上面呢，就会出现一条选择题要大家作答的，限时三分钟。题目就是，下列哪一个不是年长雇员面临的挑战呢？ A 工作时长时间站立和行走， B 安全意识不足，
C 来往工作地点的交通问题。大家把握时间选取适当的答案，因为它是阁下出席的凭证之一。趁这段时间我都简单宣传一下2月25号下午3点到4点的职安局网上讲座。这个题目就是2019冠状病毒病下的精神健康与适应方式。到时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前博士后研究员 OKMICE 的创办人 Nimisha Fender 女士就会分享怎样去认识和建立正面的精神健康的。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疫情攻防的资讯，亦都可以参考职安局网页2019冠状病毒病大全的。时间就剩翻唔系好多，等我再重复多一次条问题啦。问题是下列边一个唔系年长雇员面临嘅挑战呢 ？A 工作时长时间站立同埋行走 ，B 安全意识不足 ，C 来往工作地点嘅交通问题。选择题时段结束，而家嚟到4点几啦，嗱，差唔多就系呢个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咧就会公布确诊数字噶啦。其实咧，卫生防护中心都有进行一啲非传染病方面嘅工作噶，例如系心理健康。接住落嚟嘅讲者咧，就曾经喺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工作咗超过20年，对于促进长者心理健康咧就相当之有经验噶。今个年度咧，佢就去到卫生防护中心嘅健康促进处嗰度啦，担任高级临床心理学家。佢就系注册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女士，佢会带嚟开心有妙法年长雇员身心健康常常策。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開心有妙法的。我的、重點都是關乎主要都是心理方面，對我來說。我今天帶了會包括三方面的講的內容上，譬如首先就會認識一下譬如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都會講一下年長人士會常遇到一些身體、心理和社交方面的改變。而第三方面我們就會講一下一些促進健康的方法，都是包括在三方面，身體、心理和社交三方面的。有些即譬如根據一些調查顯示啦，就話看到原來近年香港2019-2022年左右咧，話我哋香港的男士和女士咧嗰個壽命其實就差不多在世界蟬聯首位啦。咁譬如女士去到2020年咧，就去到成88歲啦，而男士咧就都82歲。咁我哋即刻就會諗啦，哇！喺而家我50歲到喎，我就可能計劃10年左右、15年後可能退休啦。咁退咗休之後個生活又如何咧？無論喺經濟啊，又或者喺日常生活啊，會唔會好滿咧？20年、30年喎，咁都幾長壽，都要諗下喎。所以咧，我哋咧都要及
早做一啲，即係譬如話喺我哋講話心理方面啦嚇，就調適得好啲咧。咁日後咧，無論你而家作為一個僱員啦，跟住落去咧，即係喺之後嘅日子都會係開心啲嘅。咁所以我哋咧都會講下點樣做到啦嚇。嗱，咁我哋講健康嚟講咧，即係其實你話啊，年長嘅人士講健康，咁好多人即刻就諗冇病咪即係健康咯咁。嗱，但係呢個咧其實就比較係狹義啲嘅諗法，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講係身體嘅冇病啊，冇病咧就等於健康，唔係話錯曬，但係一個完整啲、全面啲嘅咧，其實我哋要包括埋個心理健康啦，即係或者叫精神健康啦。同埋喺嗰個社交健康咧，都係我哋要包含在內嘅，咁先比較係一個完整個人咧，先至會得開心、快樂而健康嘅嚇。咁好啦，咁我哋講下呢一個身心社交健康嘅重要性啦。咁其實我哋嗱身體方面咧，就大家都比較容易諗到啦，譬如話啊身體健康喎，咁第一個諗到就係長命啲啦，係嘛？即係如果身體好啲嘅時候，梗係少啲病痛啦。更加緊要嘅咧，其實好多人都要諗到咧，就係嗰個減少個醫療支出。其實好多時你話嚇五十零歲，如果你唔係即係 keep 得個身體健康咁好，其實可能都有啲毛病出嚟啦。咁你我哋香港嘅市民都比較中意咧，久唔久咧，即係可能都會食啲中藥啊，又話去針灸啊、推拿等等嘅。如果一個月嚟講埋單咧，我哋話冇一千都要即係幾百蚊啊嚇，可能如果你即係去得多啲嘅治療得多啲嘅，可能個錢咧就可能要2000蚊一個月。咁如果身體好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呢啲醫療支出就會少好多㗎。其實真係嚇。咁另外身體健康，如果 keep 得到好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個學習能力都較高嘅。無論我哋喺翻工嘅時候，你話啊，我五十零歲啫，咁我而家學電腦啊，學新科技咧，我學到嘅嘢嘅能力都比一個身體健康，我諗冇咁好嘅人士咧，其實係學得快啲，即係記得好啲啦。咁呢個所以身體健康咧係好緊要啦。另外佢嗰個獨立生活嘅能力都係高啲嘅，因為你本身嗰個譬如殘障啊少啲啦，咁佢自己能夠照顧到自己啊，無論喺工作上各方面咧都會做得好啲啦嚇。咁至於喺呢一個心理嚇或者喺社交方面，如果係健康啲好啲方面，其實點解我哋會提到即係年長僱員要顧埋個心理喎，顧埋個社交，因為其實唔係淨係睇身體健康，頭先講嗰啲就身體健康嘅重要性。而心理和社交其實都很影響我們的嚇。咁即係喺嗰個，譬如你哋睇到圖畫啦，咁佢就講啊，譬如喺嗰個快樂嘅程度係高很多嘅。如果你個心理方面健康，個人自信心都好很多。咁個人自信心其實做嘢咧，佢會成功喎，做得好好多嘅嚇。個人冇自信咧，係唔夠膽去試嘅。所以你作為一個僱員都好咧，呢樣又唔夠膽，嗰樣又唔夠膽，你嗰個信心都係一個問題。咁另外佢喺享受生活嘅能力都係高啲啦。咩叫享受生活能力呢？即係譬如話日常你喺有啲人咧喺屋企啦，佢簡單得閒喎，咁坐喺度聽收音機，佢都自得其樂，好開心。但係有啲人可能個心理健康方面即係麻麻地啦，佢樣樣都係唔開心嘅，做咩都係唔快樂嘅嚇。所以就算你俾個收音機聽又唔開心，俾本書去睇都係唔開心，同人傾偈又唔想。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唔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得到快樂。咁即係嗰個情緒方面咧，就比較係即係我諗唔係咁理想啦。咁除此之外，如果你本身嗰個人心理或者社交方面健康啲，人際關係都和諧啲嘅，同事咧翻工嘅時候，大家都願意同你一即係同一組去做嘢啦嚇，即係開心啲啦，同你一齊拍住。就算家人，大家都相處得融洽好多，就會少啲嗌霎啦嚇。咁另外咧，嗰個日常生活嘅能力都係高啲。咩叫日常生活嘅能力咧？譬如話你翻工，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日常生活能力。如果你冇翻工嘅，我係家庭主婦嘅，咁我可以做家務，這個都係日常生活能力。如果你話係青少年嘅，佢讀書這個都係日常生活能力。其實一個人身心即係個社交方面健康咧，其實佢呢個能力係會比較高啲啦。所以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僱員嘅話原來咧我哋嗰個心理健康係好啲嘅咧，或者個精神健康係好啲咧，其實我哋翻工嗰陣時候做工咧，嗰個工作效率又好啲啊，做嘢嗰個質素都會好啲啦。咁所以其實都影響好大。更加緊要一點咧，其實如果我哋喺嗰個心理健康方面即係做得好啲咧，出現精神疾患嘅機會就會細啲啦。咁咩叫精神疾患咧？其實即係話我哋通俗啲講啦，譬如精神病方面啦，咁好多時即係譬如你話如果嚴重啲嘅，可能譬如話一啲精神分裂啦，相對或者其他嗰啲情緒毛病嘅，譬如話係一啲抑鬱症啊、焦慮症等等啦，咁其實呢啲咧都會係即係相對少好多嘅。咁所以咧嗰、那個係身心社交健康其實很影響到我哋，即係無論喺即係做嘢啊、家人啊、
同埋即係我哋自己嗰個開唔開心都係好大嘅影響喺度啦。嗱，咁年長啲嘅人士咧，其實都有啲身體嘅轉變啦。咁頭先其實阿陳教授同埋阿黎教授咧都提過啦，譬如身體嘅退化啦。咁有時佢哋會多少少咧一啲長期病患嘅，即係我哋講譬如糖尿病啊、血壓高、膽固醇高嗰啲啦。咁佢心肺功能咧會有啲退減啦。咁個認知能力咧，其實嗰度咧其實有啲改變。但係就正如阿黎教授講，就唔係個個係差曬，其實係有個改變喺度。咁如果我哋調適得好，做得好啲咧，及早做一啲處理預防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我哋係能夠維持得好好嘅認知能力。認知能力即係個記性，簡單講記性啊，腦筋方面啦嚇。嗱咁身體講咗啦，咁講下心理社交健康有啲咩轉變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即刻就會諗到嚇，年紀大咗嚇，原來都有嘢改變咗嘅咩？咁第一個咧就可能我哋要適應老化啦，即係譬如有時年紀大咗啦，咁可能我哋可能啲皺紋多咗啊，白頭髮多咗啊，有時咧可能相對嚟講啦，女士方面咧適應嗰度可能就會比可能男士咧就差少少啦，因為都比較容易啲佢覺得介意啲啦嚇咁。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都好多其他嘅轉變喺度嘅喎。咁另外就一個預備一個退休啦。咁有時可能你預備退休咧，你唔係話去到即係可能好後期退休前兩年先係計劃。而家啲人都好多時咧都好識計劃啦，好早可能40歲佢已經準備定，或者有啲人比較普遍可能50歲到啦，咁就計劃下哇，如果我60歲或者65歲或者70歲我先退休。咁我之後嘅日後嘅生活點安排呢？咁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到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市民咧嗰個壽命比較都長啦。咁你要計劃嗰個時間，即係話可以生活到咧，咁你都要係作得要長，即係周長啲啦。咁除此之外，咁我哋有時退休都唔係淨係計錢銀嘅。咁以後嗰個日常生活有啲咩目標咧嚇？會唔會而家55歲我就計劃定先咧？咁嚇會唔會好啲咧？還是到咗直退休嗰陣時先計劃咧？咁你都會好多嘢諗啦，呢啲好擔心啦，啲人都會。咁另外就話家庭關係嘅改變，嗱呢個咧都要特別提到咧。其實即係因為我係本身做即係喺診所嗰邊做啦，以前其實呢個都係好常見嘅，即係好多人咧可能50多歲或者佢以前40多歲好忙碌嘅，咁就好少可能譬如兩夫妻咧相見嘅時候就唔多啦，因為大家都忙碌啊嘛。到咗50多歲，覺得相對嘅時間多咗啦，譬如因為仔女大咗，唔使教佢做功課啊，唔使成啦。咁其實好多時就以為啊，大家嘅關係可以好好啊。但有時並唔係即係如預計之內，可能對得多咧，成日鬧交都有，即係都唔少啦。咁另外就又出現咗，譬如啲管教子孫嘅問題啊，呢啲都係多咗啲有時啲糾紛啦嚇，即係都要留意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適應嚟嘅。咁另外有啲空巢問題，咩叫空巢問題呢？就係話有時譬如仔女大咗啦，離開咗個家庭啦，咁啊剩翻兩個即係相對年長嘅人士喺屋企，即係一個比喻咧，就好似只雀仔咁樣樣啦。咁兩隻即係後生嗰只雀仔就飛走咗啦，個仔子女就剩翻兩個年老嘅雀仔喺個後嗰個竇度，咁所以叫空巢問題啦。咁有時我哋去到50多歲，可能都有啲人早婚嗰啲咧，早生咗細佬哥咧，其實都會出現呢啲問題啦。咁佢哋都可能要適應啦。咁另外就話有時。隨住年紀大啲啦，唔使到咗60、70歲噶啦，咁個社交好多都減少咗噶。點解咧？好多時佢都會諗，即係啲人覺得哇，人哋會唔會嫌我咧？又有時即係佢會覺得係好多未必有自信心。咁佢就其實，但係佢好寂寞啊，又冇佢自己冇去聯絡啲朋友，又或者朋友揾佢嘅時候，佢都少去同人哋即係回應啲朋友啦咁。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諗比較常見嘅一啲心理健康方面嘅轉變啦。咁另外咧就譬如話有時啲如果我哋講喺情緒啊心理方面咧，譬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嗰啲都比較係多少少嘅喺譬如年長人士咁。但係就要提一點啦，咁就究竟係咪老咗就一定唔開心嘅咧？咁嗱，從研究上講，這個係唔成立嘅，即係話係唔係嘅。其實呢個係一個誤解嚟嘅啫嚇，即係話唔啱嘅，唔係同你老咗有關，係你個適應、你自己調適做得好唔好有關嘅嚇。嗱，咁我哋講咗咁多啦，咁我哋要做啲乜嘢去令自己嚇，即係或者我準備定退休啦，我準備定有50歲啦，咁有啲咩可以做到，又可以令到翻工嘅時生產力又高啲，做得好啲嚇，自己以後日子又容易過啲，又做得好啲，開心啲咧咁。咁我哋可以主要用3個方法去做啦。
咁首先咧，就我哋喺身體方面啦，咁就要實踐一啲健康嘅生活模式啦。譬如話要保持身體健康，嗱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從唔同嘅研究顯示，如果我哋計將即係長者咧嚇，譬如過咗65歲或以後嚟講咧，好多時決定性佢開唔開心咧，身體健康係佔咗非常重要嘅一環。所以如果我哋及早做好身體健康方面咧，你無論頭先講啦，你個工作能力好啲啦，另外咧其實你都會開心好多嘅。咁包括做啲乜嘢啊？譬如均衡飲食啦，就唔好食到啲即係譬如太肥膩嗰啲啦，健康嘅烹調啊，即係有時盡量唔好煎炸咁多啦，亦都避免暴飲暴食啦，充足嘅睡眠啦。咁另外就話盡量唔好依賴咁多嗰啲譬如藥物啦。或者飲好多濃茶、咖啡啊，咁恆常運動咧，咁都係緊要噶，即係話成日都 keep 住做運動啦。嗱，咁其實亦都唔多，即係唔少嘅研究都講咧，如果我哋 keep 住做運動嚇，尤其是譬如一啲大用運動咧，都能夠令到嗰個認知能力咧，其實係可以即係頭先我哋講個腦筋方面咧，其實都會係好啲嘅嚇。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不妨咧，即係都要嚇及早開展啦。你而家40歲又好，50歲又好，都盡量做開始做運動啦嚇，多少少咯。咁另外提到一點咧，就係控制體重啦。咁好多人都遺忘咗呢一點嘅。其實即係話咧，如果我哋隨住年紀大咗啊，好多時候有啲人話我好多病痛喎。咁嗱，如果我哋早期啲做好啲咧，尤其是控制體重咧，其實同好多後邊嘅疾病咧係有關係。所以咧，如果你能夠呢一點咧控制體重做得好啲咧，其實相連嘅疾病係少咗好多。咁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僱員啊，原來我過肥喎，肥得好犀利都知道，咁就盡量試下減下肥或者控制翻個體重。咁你其實咧就可以即係健康。你做工的時間就會可以長一點或者是容易一點，因為身體毛病多你做工都是辛苦的。另外就要戒煙戒酒，如果沒有吃煙仔沒有喝酒就最好，如果有的就盡量快點戒。咁我哋都要多啲關注身體健康啦。咁如果可以嘅，譬如話就定期做啲身體檢查，有需要嘅時候發覺唔妥當，就盡量快啲去睇醫生啦。嗱，咁記住咧，即係話如果你有時有啲人都唔使去到你話70歲、80歲，其實有啲40歲、50歲咧，佢都有血壓高噶啦，甚至無疑有啲係有糖尿病嘅情況啦。嗱，如果有呢啲譬如長期病患咧，尤其是咧，咁就盡早要去即係覆診啦，要食藥啊，定期監察啦，即係自己去check 住啦。咁但係提一點咧，好多人就以為嚇，譬如血壓高咁簡單而言咧，佢就會覺得有頭痛需要去睇嘅啫，唔係就唔使理嘅，唔使食藥，其實係錯嘅咯。咁有時即係話佢未必有病徵嘅，但係你可能個血壓都好高，咁佢哋就用呢個判斷咧，咁係就對佢構成一個風險，即係比較容易可能中風啊等等啦嚇。咁所以咧就要定期去覆診啦、服藥啦嚇，同埋監察。咁另外都可以咧，譬如自己有時間嘅時候啊，唔使翻工啦，都去參加一下一啲健康講座啦。咁你識多啲唔同嘅即係疾病或者預防疾病嘅一個方法咧，其實你日後再大啲年紀嘅時候，即係因為你做咗做預防啊嘛，咁你可能減少出其他身體嘅毛病啦，咁你就會好好多，會開心好多啦。又或者你而家作為一個僱員嘅，其實你而家做得好啲，其實你少啲病痛，咁你亦都會即係少啲攞病假。又或者其實個人都舒服啲，因為你病痛係唔會舒服噶嘛，你痛起上嚟、燒起上嚟都係辛苦啦嚇。咁好啦，嗱，咁我哋提到啊，頭先講話一啲身體檢查，咁可以去邊度做咧？咁其實咧譬如我哋都要認識翻一啲社區資源啦。咁如果我哋講話有啲叫長者地區中心啦，咁其實咧呢啲係即係好似以前有啲佢叫類似就老人中心嗰啲，咁有啲咧其實佢哋係55歲咧，佢都已經接受你做會員噶啦，咁你可以加入去做會員，佢有啲好簡單嘅一啲身體嘅定期檢查，收得好平嘅啫，咁不妨大家咧可以早啲，如果可以係合資格入會嘅，你咪去附近屋企附近就揾下有冇啦，去參加一下啦。另外有啲叫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叫地區康健站嘅，咁地區康健中心暫時呢個咧都係其實都係提供一啲即係健康嘅覆診啊，即係去檢查嗰啲啦。咁而家暫時就淨係開咗葵青區有啦，咁但係好似年尾左右年中至年尾咧就會開多兩間添啦。咁但係中間好似又會開啲站嘅，即係健康站嗰啲係細型啲，大家不妨咧上網去揾下啦，呢個都幫到大家喺健康方面嘅。咁而另外一個咧就長者健康中心，咁係喺香港18區都有，每度都有一間嘅啦。咁通常呢個咧就要去到65歲咧先至可以申請嘅，呢個就要限歲數，即係要過65歲或以上先得嘅嚇。咁好啦，我俾一個建議大家啦，咁我就寫咗啦，咁我就話愛惜身體唔會遲，
咁立即行動就最明智。咁點解咧？其實有時我哋話嚇，我而家都譬如50歲咯，你話叫我戒煙，都食咗20年啦嚇，我都飲咗酒咁耐啦咁。但其實唔關事嘅，即係話當然啦，以前亦飲咗酒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喺度。不過咧，原來你而家戒咗煙仔嚇，你戒咗譬如相關嘅譬如酒咁，佢嗰個身體咧嗰個機能係會回復一大部分嘅嚇。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如果唔好話覺得遲，所以我唔做啦。以血壓高，我食咗好多年鹹魚噶啦。咁於是我又唔食咁唔食都冇用啦，食咗20年啦咁。但其實唔係嘅，如果你而家即刻去做嘅時候，個身體啲機能各方面咧，其實可以回復翻一啲嘅嚇。咁你就大家就即係唔好因為自己話50歲、60歲，所以我就唔去做啦嚇。咁另外喺心理方面啦，即係心理方面，咁我哋可以試下就點樣能夠好啲咧？咁培養啲個人嘅興趣啦，譬如話即係有你好似呢個圖啊，咁可以種花啊，即係冇所謂啦嚇，你自己喜歡聽音樂啦。咁但係記住咧，如果我哋要心理比較健康啲、精神健康好啲咧，其實一啲群體嘅活動咧係比較緊要啲嚇。咁大家又不妨試下，即係譬如好似佢行山啊，一齊做下運動啊咁啦。另外咧，第二樣咧就要善待自己，享受生活。其實係咩意思咧？好多時我哋即係譬如無論唔好計咩歲數啦，其實香港市民即係近呢年兩年啦，其實精神健康方面都唔係咁理想啦。咁因為即係疫症嗰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我哋點樣能夠精神健康好啲咧？咁好多時其中一點咧嚇，即係我哋要對自己好啲啦。每一日咧，花啲時間去做自己喜歡嘅嘢，15分鐘、半個鐘已經得㗎啦。咁你其實自己揀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咁就要製造啲快樂俾自己。咁記住咧，有時快樂咧唔係即係佢會天跌落嚟嘅，係佢要自己去創造、去製造俾自己。咁亦都不妨試下咧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安排啲小休啊娛樂時間。嗱，因為我哋講翻咧，其實呢一點點解都係緊要咧。有時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哎呀，翻工好大壓力，做家務好大壓力，教細佬哥好大壓力。事實真係會有咁嘅情況。但係如果我哋啲嘢越急趕，其實個壓力就自然會出現啦。咁我哋只要將嗰個步伐慢翻少少咧，其實呢個壓力相對咧，其實就會減低。這個比較相對容易做，亦都係容易控制到。所以咧，大家不妨咧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將個步伐較慢少少啦，俾啲娛樂時間自己。這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減壓方法，而去減低出現精神健康嘅問題嘅嚇。咁另外第三點咧，我哋都要學習新知識同技能啦。咁記住一點咧，即係學習新知識同技能都好啦，唔係一定限於讀書寫字嘅嚇。咁好多時我哋終身學習，其實好似嗰啲圖畫裏邊顯示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啲報紙啊，話我哋學下焗蛋糕啊、焗雞啊，咁唔係喎，我哋可以學下電腦啊、學下用手機啊呢啲科技。咁能夠令到我哋嘅自信心啊、獨立生活嘅能力都高啲啦。咁好似另外一個圖畫嗰度睇到啦，佢捉棋，其實佢都可以鍛鍊一啲認知能力。咁令到我哋，就算你話啊，作為僱員可以維持到嗰個認知能力好咧，咁你做事翻工嗰度咧，其實都會醒神好多，同埋咧就唔會唔記得曬啲嘢啦。咁都係好有用啦。咁亦都可以即係用唔同嘅方法訓練下啦。咁另外我哋就盡量避免即係一啲不良嘅減壓方法啦，譬如酗酒啊、吸煙啊、濫用藥物嗰啲啦。咁另外如果遇到壓力大嘅時候，咁盡量都盡早處理啦，因為壓力大其實係容易誘發一啲精神疾患嘅。咁我哋都可以譬如用一啲鬆弛練習啊、深呼吸啊，都幫自己舒緩個壓力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都盡量可能即係尋求協助啦，譬如可能揾醫生啊、社工啊，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啦。咁我俾翻個建議大家啦，亦都係啦，我哋就話快樂之門開與否嚇，若時掌握在你手。其實我意思即係咩咧？其實好多時開唔開心咧，係一個人自己可以有部分，即係都唔細程度係自己可以控制，係要你主動去即係做啦，就唔係喺度等咯，就未必得噶啦，等就嚇。咁第三方面最尾啦嚇，咁如果喺社交健康方面咧，我哋都要多啲同家人保持一個溝通啦。其實大家嘅關係就會好多嘅。咁好多時我哋都要分享個感受去互相遷就。但係其實咧如果我講真一句，我哋見喺即係時譬如診所見啦，好多時啊啲男士啦，或者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嘅咧，其實佢哋都唔善於去表達嗰個感情嘅。好多時就會覺得咧，係你知㗎啦，你明白。但可能對方，尤其是譬如太太咁嗰啲，可能就未必能夠即係其實未必係中意或者覺得係接受咯。咁但係又你唔改變，佢又冇辦法。咁所以有時形成嘅關係咧，就唔係太理想啦。咁好多時我哋其實大家都要分享一個感受，其實通常能夠促進到嗰個關係啦。咁亦都要就算你話
大家盡量要保持一個私人的空間都是緊要的，即係唔好成日去即係要譬如你自己喜意做的事逼對方去跟你一樣做啦。譬如話你好中意傾偈嘅同人，你又要求嗰個家人跟你一樣一起去傾啦。或者調轉嚇，你唔中意傾偈就唔俾個屋企人出去傾偈喎嚇，咁就話你哎成日喺度講是講非咁，令到個家人又好難受。咁呢啲都會影響到個家庭關係啦。咁另外頭先我講到啦，咁就有時年紀大咗啦嚇，去到譬如50歲左右啦，都唔好話60歲、70歲啦，咁都要開始承擔家務啊。尤其是仔女大咗之後咧，咁你作為家庭嘅另一份子咧，咁好多時就幫下手，唔好淨係話以前老婆煮開飯嘅，你就繼續以後都係老婆煮，就乜嘢都唔做。有時呢個都係引申，我見到好多咧都會鬧交啊，即係都你又唔幫手，咁都好多怨憤。咁呢啲都能夠即係都要幫下手咧，其實就會好啲啦。咁亦都記住咧，無論任何好家人都好咧，都要即係讚賞，同埋咧都要係即係我咁講係唔該啊，咁都要做翻啦，即係認同翻佢啦。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家人之外咧，同朋友都要主動啲聯絡翻啦，就唔好成日都即係好多介意啦。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點解話漸漸地年紀大咗啲咧，開始咧啲人就唔會揾朋友咧，佢好多揣測係佢自己做嗱，我打俾朋友咧就會阻住佢做事啦。咁於是咧，朋友又唔打俾你，佢梗係。佢又會諗咯，係咪我激嬲咗佢咧？咁好多時就大家都唔會揾大家，從此就冇咗呢啲朋友，冇咗呢啲社交支援。其實咧就我諗就會影響到，其實就即係變咗佢孤寂啦嚇。咁所以呢啲盡量就唔好咁做啦，主動啲揾朋友啦。咁係啦，其實有朋友嘅支援啦，建立啲社交網絡咧，個情緒會好啲嘅。咁另外，如果我哋講翻精神健康方面咧，可能可以幫到即係主動去關顧其他有需要嘅人士，譬如啲鄰居咧，你幫到人咧，其實嗰個心理健康咧都係好咗嘅喎嚇。咁所以咧，不妨都去試下關心其他人啦嚇。咁我亦都俾個建議大家啦，我就寫窩心暖心好容易啦，溝通關愛要啟齒。其實即係話你要去即係要你要自己開心啊，舒服又有人關心你。或者調轉你去關心人，其實都要用開口去講係容易啲咯。要人哋即係去揣測，然後先得到嘅咧，其實係難啲。所以咧，不妨咧多啲溝通啦嚇。嗱，咁呢度咧就係一啲社區嘅資源啦。咁喺第三點嗰度咧，咁嗰個係陪我講個專業咧，其實都有比較多嘅一啲相關精神健康嘅一啲資訊喺度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嚇。係啦，咁今日我嘅講課就係到呢度啦嚇。唔該曬大家，多謝曬。多謝鐘女士的分享，請留步下各位觀眾，如果有什麼疑問歡迎趁這個時間就輸入問題去發問的。很快我就見到一條問題了，請鐘女士作答的，她就問有什麼方法知道身邊年長人士是有精神或者心理健康的問題呢？如果你話要知道年長人士有冇心理或者精神問題咧，咁主要兩個方面啦，一個就係佢嗰個年長人士本身自己啦，咁佢可以表達到啦嚇。有時如果佢可能講俾你聽我瞓唔到喎，我食得唔好喎，即係冇曬胃口喎，又瘦好多啦，又或者我個人好擔心喎，咁等等咧，可能佢呢啲表達到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你知，因為佢自己講到俾你聽啦。但另一方面，有時佢都未必自己有留意到嘅，有時就要由家人或者朋友去觀察啦。咁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譬如話佢有冇啲頭先講食唔到、瞓唔到嗰啲情況啊，瘦好多啊咁啦。咁或者另外都要留意一下，佢會唔會越嚟越少同朋友接觸咧？即係開始怕人咧，去好怕出街啊見人咧，又或者個人衞生又轉變到咧，又或者更加即係比較容易睇到咧，就啲脾氣有冇改到，好容易發敏疹，好容易扯火。佢以前唔係咁嘅，咁呢啲都係啲顯示。咁另外咧又留意一下佢有冇譬如話多咗食煙仔啊，或者濫藥啊，或者賭博等等嘅情況，即係嗰啲應付壓力嘅能力或者情緒嗰方面咧，佢有啲唔健康嘅行為多咗啦。咁當然啦，如果佢出現一啲所謂幻覺啊、妄想或者有啲傷害人哋、傷害自己嘅諗法或者行為咧，當然呢個更加要正視或者係要去處理啦。嗱，如果無論嗰個當事人又或者家人發覺佢有咩情況咧，就盡快去即係如果懷疑咧，就帶佢睇醫生啦。如果家人就可以陪同，亦都提供一啲資料俾醫生嘅，咁佢哋咧就會能夠即係可以盡速做處理啦。第二條問題咧就係問到唔中意社交嘅人係咪代表佢有心理問題咧？唔該，鐘女士。
咁咧呢個咧就比較一個歸納嚟講咧，你問我就唔太準確嘅咁。因為點解咧？有時咧，我哋話唔中意社交都好啦。有啲人咧，可能佢唔係即係可能佢比較內向啲，佢咧就唔係咁所謂sociable 啦，即係好即係廣泛交友。但係有時佢哋可能佢有朋友，可能三四個深交，好深入嘅，好老友嘅，但係咧佢就未必可能個個都好熟絡咁樣樣啦。咁有時如果去到咩情況咧，嗱我哋個判斷係點樣去睇咧？咁就首先要睇當時即係佢自己本身開唔開心，其實佢嘅心情各方面都好好嘅，而佢又做到工，又照顧到人，或者又即係讀到書，所有嘅喺功能上又搞得掂，自己又開心，其實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不過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建議咧，其實如果即係市民啦，盡量都有一定嘅社交啦，同埋有朋友啦。點解咧？其實呢一個咧，唔單止令佢開心啲，如果唔好彩發生一啲壓力事件啊，或者一啲逆境嘅時候咧，有朋友嘅支援咧，其實能夠應付到個壓力或者個逆境嗰個情況係會高咗嘅。其實係有一個預防作用喺度，所以我哋都會鼓勵翻咧，大家咧最好有啲社交啦嚇。係，再次多謝鍾燕群女士咧分享年長僱員身心健康嘅妙策嘅，咁請你移步去台下休息啊。好，與此同時呢，我們就再次進入選擇題的時段，是今天的第三條。螢幕上面的選擇題呢，就需要大家去作答的，限時三分鐘。題目是，下列哪一項是促進精神健康的方法呢？ A. 善待自己享受生活。 B. 學習新知識和技能。 C. 培養興趣。 D. 以上皆是。是的，大家記得把握時間揀翻個答案喎。所謂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寶，職安局咧新近推出咗安全家族，入邊咧都有兩個長老坐鎮噶。啊，佢哋分別就係爺爺安德尊同埋嫲嫲安保老太，佢哋會連同其餘四個安全家族成員啦，陸陸續續咧就會喺職安局嘅宣傳品上面出現，一齊宣揚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如果想先睹為快咧，咁就記得要喺我哋職安局嘅網頁啦，有個最新消息嗰度咧，就下載呢個安全家族嘅 sticker 嘅。现在时间就剩下不太多，等我重复多一次条问题啦。下列哪一项是促进精神健康的方法呢？ A. 善待自己享受生活。 B. 学习新知识和技能。 C. 培养兴趣。 D. 以上皆是的。选择题时段结束，接住落嚟咧，好高兴就邀请到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负责人力资源嘅总经理谭美玲女士，分享呢一间历史悠久嘅公用事业机构，喺坚守不论年龄唯才是用嘅原则之下，系点样积极建立一个友善对待银发一族嘅工作环境？有请谭女士。好。好多謝大會咧，今日邀請我嚟分享煤氣公司呢個經驗啦。咁
分享之前咧，我或者簡單講一講公司嘅背景啦。咁誒，梅益公司咧，其實咧就喺1862年已經成立啦。咁接近160年嘅歷史嘅，咁亦都係香港咧歷史最悠久嘅公用事業機構。咁咧就而家我哋係為194萬嘅用户咧嚟到提供一個安全嘅燃氣嘅服務嘅。咁我哋除咗民用嘅客户之外啦，其實我哋都有工商嘅客户嘅，包括譬如話食肆啊、酒店啊，或者同埋醫院啊咁樣樣。咁咧，所以咧，其實燃氣工程咧係一個好專門嘅一個技能嚟嘅。咁我哋嘅員工咧，其實咧係需要咧係好有專業嘅即係工程嘅訓練啦，同埋係要確保咧一個好安全嘅一個工作嚟到去提供我哋嘅服務。咁所以喺技能上面啊，喺工藝上面啊，同埋監督上面咧，都要需要咧係不斷咁樣積累一個經驗嘅。咁頭先講過啦，即係煤氣公司嘅燃氣服務咧係一個好專門嘅一個即係技能啦。咁所以我哋嘅員工咧對我哋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哋要有專業嘅知識，亦都有需要有一個好有安全嘅技巧啦，嚟到去監督成個過程嘅。咁員工對我哋嚟講係咁重要啦。咁我哋嘅員工嘅分佈同埋我哋嘅即係成個團隊係個年紀係點樣樣嘅咧？咁我哋公司咧，其實咧喺香港咧，我哋大概有2500人啦。咁我哋喺56歲或以上咧，其實佔咗我哋1/4嘅人口嘅，即係有25%。咁即係代表咧，其實咧呢一班同事咧喺10年之內咧，亦都會相繼退休嘅。咁喺呢56歲嘅即係呢班嘅同事裏邊咧，其實係佔咗60%咧，係我哋嘅技術員或者技術級嘅員工啦，同埋督導級嘅員工嘅。咁技術級嘅員工係啲咩同事啊？咁就係會係我哋嘅 technician 啦，係我哋嘅前線嘅工作人員啦，佢哋操作員啦，或者一啲嘅保安員啦咁樣樣。咁佢哋都係我哋好核心嘅一啲workforce 啦咁樣樣。咁另外咧就係另外一啲就係會係督導員嘅。咁督導員咧就包括係我哋嘅助理工程師啊、工程師啊、工程主管啊咁樣。咁佢都幫咗我哋咧去管理我哋前線嘅同事。咁所以咧呢一班同事咧，是我哋核心嘅員工，亦都係我哋好重要嘅一個服務嘅提供者嚟嘅。好啦，咁煤氣公司用大概1/4嘅同事都係喺56歲以上啦。咁我哋用呢一班同事嘅好處係咩咧？咁其實之前嘅講者都有提過啦。咁因為呢一班同事咧係我哋嘅即係已經達到師傅級嘅一個水平噶啦。咁所以佢哋喺工作能力啊、經驗啊，同埋技術上面咧都有一定嘅即係質量嘅。咁佢亦都係我哋嘅師傅啦，幫我哋帶新人嘅。咁所以我哋好需要佢哋係幫我哋工作。咁但係另一方面，咁聘用呢一啲年紀或者係資深啲嘅員工啦，咁我哋嘅挑戰又係啲乜嘢咧？咁頭先即係講者都有提過啦，年紀越嚟越大，咁當然會出現好多身體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包括可能喺職安健上面都會出現一啲嘅問題，譬如可能身體會有啲病痛啊，喺視力上面啊，可能都會有一啲即係會出現一啲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當員工退休嘅時候，嗰個傳承啊、承接嗰個問題咧，亦都係我哋公司必須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嚟嘅。好，咁我都會逐樣同大家去分享翻啦。咁首先咧就係話健康狀態上面咁年紀越嚟越大啦。咁喺體能上面咧，可能咧都會減弱咗，因為始終煤氣公司都係一個需要去前線工作、需要去勞動嘅一啲嘅，有啲工作係需要勞動噶啦。咁所以佢哋喺個能力上面或者個體能上面咧，可能會減退。咁另外咧，年紀大咗啦，當然會有啲慢性疾病會出現啦。咁近年咧，我哋都發覺同事可能多咗一啲長期病患嘅。糖尿病啊、高血壓啊，或者 even 有啲中風嘅 case 都會出現，咁呢啲都會影響到佢哋可能會有機會攞長咗個病假啦。又或者喺工作時候會有啲人為嘅出錯啦，可能視力差咗啦，咁睇嘢可能亦都會相繼冇咁準成都唔定嘅。咁喺頭先學者都有提過啦，就係、是可能佢哋喺接受嗰個適應能力對一啲新事物，或者喺個轉變嘅時候都未必會反應得咁快。咁呢啲有機會都會影響到工作上面嘅一啲嘅情況嘅。
咁好好彩啦，咁喺媒公司咧，其實我哋都睇過我哋工商嘅一啲嘅 case， 會唔會啊年紀大啲工商亦都會多啲啊咁樣樣？咁喺媒體公司咧就唔係呢個情況嘅，反而係調翻轉年紀輕啲嘅員工咧，佢嗰、那個工商嘅出即係出現嘅問嘅機會率係會高啲。咁我哋即係代表咗我哋其實年長嘅員工其實佢哋工作上面咧都比較小心。好啦，咁面對呢個問題，即係面對年長嘅員工喺我哋公司裏面繼續工作，咁我哋有啲咩措施去幫到佢哋可以延長佢哋嗰個工作嗰個壽命，又或者令到佢哋嗰個工作嗰個效率同埋嗰個 quality 嗰個質量係會好啲咧？咁或者我哋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應付而家我哋面臨嗰個挑戰咧？咁。咁我哋有幾方面嘅措施啦，第一就係我哋會關注年長嘅僱員啦，我哋會做一啲嘅方案嚟到去令到佢哋工作得更加開心啲啦咁樣。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都會係，因為公司咧其實每公司咧就係好著重一個創新嘅文化，我哋亦都有一啲嘅計劃嚟到去運用佢哋嘅知識，運用佢哋嘅長處咧嚟到去。幫公司更不斷咁樣改善，咁陣間我會講多啲。咁第三方面咧就係管理同埋培訓方面啦。咁我哋會有接班人計劃啦，我哋有我哋有工程學院啦，我哋都會安排年輕同埋資深嘅員工互相學習。好，咁我先講下年長僱員嗰個關顧計劃先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喺即係面對呢一個即係較為substantial 嘅一個 workforce 啦，咁我哋會做啲乜嘢咧？其實我哋好關心員工嘅即係身體嘅健康。咁係我哋咧就會定期啦，都會每一年咧，我哋都會做一個我哋譬如疫苗嘅注射嘅計劃，請一啲合資格嘅即係一啲嘅醫務嚟到幫我哋咧，同員工注射一個流感疫苗的注射的計劃的。我們都會鼓勵50歲以上的同事呢積極去參加啦。另外呢我們都會有驗身計劃啦，就是等同事可能每年都可以驗身，看回自己的身體情況是怎樣，來到去確保自己在身體上面是健康的。公司呢其實呢也都有個診所的，我們有註冊的醫生啦，去跟進同事的一些的病痛啦。咁譬如一啲長期病患嘅同事咧，其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診所咧嚟到去攞藥嘅，咁亦都係免費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會特別為一啲退休之前嘅同事咧去安排一啲講座啦，去針對翻佢哋可能要面對一啲嘅疾病，我哋會安排一啲嘅專業人士嚟到去做一啲講座。舉個例，可能是關於一些三高啊、飲食的習慣啊，或者是血壓上面的一些嘅點樣關注自己血壓上面的問題啊咁樣樣。咁可能都會安排咧啲專業人士咧嚟到去幫啲同事咧做一些簡單的運動，等他哋都可以伸展一下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咧，都想特別講咧，就是我哋其實煤氣公司咧有一個叫煤氣老友記嘅計劃。咁呢一班咧，呢一個計劃咧，其實就係專係放我哋退休嘅人士嘅。咁呢一個其實呢一個計劃咧，已經喺2012年咧已經成立咗啦。而家到今天咧，其實已經超過300位退休嘅同事咧，已經加入咗呢一個團隊。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即係煤氣公司想延續翻我哋關愛僱員啦，希望他們退休之後都繼續有一個社交的活動，即正如剛才個講者都提到，我們要不斷地去即有社交活動，我們要關心他們，讓他們都有一個平台來到去互相關懷和去即延續我們每個公司的關愛個文化的。好，那就另外了，至於話而家現有嘅同事，咁我哋點樣去讓佢哋去參與公司嗰個改善文化咧？咁因為煤氣公司咧好著重創新啦，係我哋不斷咁樣改善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有一個叫做優質服務計劃 SQS。咁呢一個 SQS 咧英文就叫做 Superior Quality Scheme。咁其實咧就係每一個部門咧都會有同事去參與嘅，亦都係一個全民嘅參與嚟嘅。咁係喺部門裏面咧，佢哋會 form 一啲小組啦，
咁然後咧就睇翻工作上面嘅流程有啲咩改善，或者有啲咩新嘅方法去加入喺個工作上邊咧，嚟到可以改善個流程或者改善個服務，嚟到去令到佢哋工作更加容易嘅。咁喺呢啲SQS 裏邊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嗰個配搭咧都會係一啲比較資深嘅員工同一啲比較經驗少嘅同事咧，會大家一齊坐埋一齊，互相去brainstorm 啦，我哋叫做即係互相去研究一下而家喺工作上邊有啲咩問題可以特別改善嘅咧咁。咁你會見到咧下邊有一個叫 G 等於 I 乘 I 嘅一條 formula 啦。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我哋媒體公司嘅，我哋叫 DNA 啦。咁因為咧其實媒體公司喺近年咧，我哋都積極去推廣咧同時不斷咁樣去發揮佢嘅創新力，同埋加埋一個執行力嘅話咧，我哋深信咧兩樣嘢加埋咧就會令到企業咧更加有一個比較大嘅增長。咁所以咧，其實公司咧都有一個我哋叫做創新基金嘅。咁如果係同事佢哋喺佢哋工作範圍裏邊，佢哋如果諗到一啲新嘅措施，或者新嘅工具，或者一啲新嘅小發明。咁如果佢哋真係想將佢work out 出嚟嘅話咧，其實可以向公司咧申請一個創新基金，咁可以係高到達到10萬蚊嘅。咁佢如果呢樣嘢砌咗出嚟之後，或者做咗出嚟之後咧，係真係可以公司接納到嘅話咧，其實之後咧會更加多嘅有更加多嘅獎項咧係會俾佢哋嘅，咁嚟到以至鼓勵佢哋咧可以繼續咁樣去創新。咁咧，跟住咧，其實會有啲例子咧，可以大家可以俾大家睇嘅。咁啊，譬如好似呢個咁樣樣啦。咁呢個咧叫做無人機立管檢查系統。咁我哋嘅前線嘅員工咧，其實佢哋係要定期咧出去咧檢查我哋嘅煤氣管嘅。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嘅話咧，其實喺大廈嘅外牆咧，其實有好多立管，我哋叫立管啦。咁就係一啲煤氣管嚟嘅。咁因為時間耐咗咧，有機會咧會失修啦，或者會即係防止佢漏氣嘅話咧，我哋都要定期去睇同埋去檢查嘅。咁以前咧，我哋需要搭棚嘅，咁啊亦都會即係因為搭棚啦，有高空工作啦，亦都會嗰個工作上面都會嗰個危險度會高咗啦。咁所以同時咧就去諗下啊，點樣去令到佢工作更加安全啲啦，又或者更加方便啲咧？咁而家咧就係佢哋只需要咧用一個遙控器，咁啊加埋一個配合咗一個航拍嘅技術啦，同埋一個電子嘅探測咧，就可以幫到佢做呢樣嘢啦。咁我哋可以睇一睇片啦，睇下究竟係點樣樣嘅。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好啦，咁啊，頭先套片嗰度咧，就其實你會見到一個類似一個航拍機嘅一個工具啦。咁其實咧就係經過同事嘅研發，咁就配合咗佢其實除咗係去攝錄咗或者係記錄咗一啲立管嘅情況之外咧，佢收集咗數據之後咧，佢哋翻到公司咧，其實就會有一個電子嘅一個分析嚟到幫佢哋去分析翻究竟邊啲地方係需要做維修，邊啲地方係需要做一啲嘅。或者要去換管啊咁樣樣，咁呢啲咧就幫咗佢哋去將個工作咧更加簡單化咗，亦都減少咗危險同埋人為嘅錯誤啦。咁第二個例子咧就係喺我哋個倉庫嗰度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其實近年咧亦都係建立咗一個叫做智慧倉庫啦。咁因為喺煤氣公司裏面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係我哋管倉嘅人員咧係擺曬好多貨物喺裏面啦，要起或者卸啦。咁其實都好多勞力嘅。咁同埋佢哋每一日出去做嘢嘅時候咧，可能都要去攞好多勞具出去去我哋嘅顧客嘅屋企裏面去換爐啊，或者換一啲即係一啲嘅 equipment 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個即係體能上面咧，亦都係需要幾多嘅一個即係一個情況，令到佢哋可能有勞損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即係同時咧，亦都係 form 咗個小組，咁佢哋去做咗好多 research， 做咗好多研發啦。咁就睇到呢一樣嘢係幫到佢哋，一個吸管可以幫到佢哋。咁佢翻到嚟之後做咗一啲嘅整改，亦都去配合到我哋成個倉庫。
咁其實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亦都會有啲而家開始我哋會引入一啲機械人啦，可以幫我哋去搜羅一啲去幫我哋去運送一啲嘅工具啊咁樣。咁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呢套片咧，就睇下究竟我哋嗰、那個倉庫真空吸管嘅設備係點樣嘅。照片嗰度咧，你會見到咧一啲我哋叫簡單細細個嗰啲白色嗰啲叫即係機械人仔啦。咁佢就幫我哋咧，其實咧可以幫我哋運送一啲嘅貨物嘅。咁同埋有啲吸管啦，令到即係喺同事喺上貨落貨啊，亦都少咗要踎低啊，或者企高啊，或者係即係要用好多勞力去做啦咁樣。咁最後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哋亦都有同事咧係需要喺我哋嘅工場嗰度做嘢嘅。咁當然你見到譬如一啲 site work 啦，咁其實咧就有機會要掘地啦。咁因為我哋鋪喉管咧，我哋要鋪落地底噶嘛。咁所以同時咧都要用好多叫做風炮機啊，係啦。咁咧就其實如果以前喺條街嗰度咧，你都會見到有啲嘅工人咧，佢哋要好重咁樣拎呢一個風炮機啦。咁其實我有問過啦，咁呢個風炮機幾重咧？其實原來係要有25kg 嘅。咁即係我諗超過100磅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亦都係透過佢哋嘅小組，佢哋做咗一啲發明。你見到我哋隔離即係有個紅色嘅臂嘅一個工具啦。咁其實咧，呢個咧就係幫佢哋咧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即係拎嗰個風炮機咧會輕好多嘅，由25kg 咧係減到得翻5kg 嘅啫。咁我哋都可以睇睇片究竟點樣用啊。你會見到咧，即係頭嗰個同事咧，佢用舊式嗰個風炮機咧，佢就會好重下啦。咁同埋佢仲要用只腳嚟到去輔助啦，咁樣。咁啊，即係反而即係佢你拎100磅嘅嘢，你拎一次兩次可能就 OK， 但係要不停咁樣拎嚟又拎又放咧，其實對佢嚟講咧，其實個身體嗰個要求嗰個體能嘅要求都好高。咁第二個例子咧，你見到佢就輕鬆好多啦。咁因為嗰樣嘢係幫佢喺提舉嗰度咧就減輕咗好多。嘅力量啦，咁樣好咁啊！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提到話哦，咁我哋煤氣公司有啲創新嘅例子，咁嚟到幫到同事去減輕佢哋喺工作上面嘅一啲嘅職安健嘅問題啦，咁樣。咁另外我哋提到啦，話哦咁我哋喺管理同埋培訓方面，我哋亦都有一啲措施去做。咁如果我哋唔做嘅話，我哋有啲咩問題出現咧？首先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做嘅話咧，喺工藝上面就會失傳啦。咁喺技術上面咧，亦都有需要有機會咧，會出現真空嘅情況出現啦。咁同埋亦都唔夠有資格嘅人咧，幫我哋去提供服務嘅，就包括可能有啲法例上面需要有啲有資格嘅職員去做一啲嘢先至可以得嘅。咁呢啲冇咗嘅話咧，對我哋嚟講咧就真係好大件事啦。咁好，咁我哋究竟我哋又做咗啲乜嘢咧？咁首先就係接班人計劃啦。咁我相信接班人計劃咧喺好多公司裏邊咧都有嘅。咁喺煤氣公司咧，其實我哋亦都會係即係 tailor make 翻俾我哋煤氣公司而家面對緊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嚟到去安排或者去推行呢一個管理接班人計劃。咁喺煤氣公司咧，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接班人計劃，包括由最初我哋叫 emerging talent， 即係由初期新崛起嘅一啲員工。去到我哋叫 experience high pro 啦，即係中層有經驗嘅即係 high pro 啦。咁去到咧就我哋叫 potential leaders， 係已經係去到我哋可以成為將來嘅管理層。
嘅 一班人，咁啊三班唔同嘅類型嘅人，咁每一班每一個級別咧，我哋會有啲乜嘢唔同嘅 succession planning 或者接班人計劃咧？咁啊最初級嗰啲咧，我哋有學徒計劃啦。咁學徒計劃咧喺喺媒體公司咧，其實歷史好長噶啦。我哋喺1967年已經開始有學徒計劃，咁到到依家都超過50年噶啦。咁我哋都 train 咗超過千，即係1300人。咁而家仲留喺公司嘅咧，都有一半嘅。即係呢一班人咧，對我哋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係我哋差唔多係我哋嘅我哋嘅 workforce 嘅根源嚟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啲係功能性嘅一啲嘅接班人計劃啦。包括係譬如話，我哋會有一啲叫做 supervisor 嘅 trainee program 啦，我哋會有一啲或者一啲叫 engineer 嘅 trainee program 啊呢啲，咁我哋會做嘅。咁我哋針對翻唔同嘅功能嚟到去安排呢啲 program。咁另外咧，我哋都有我哋叫做行政見習人計劃啦，我哋叫 graduate trainee。咁 graduate trainee 喺媒體公司嚟講，亦都係歷史悠久，係我哋喺1982年已經開始有呢個計劃。咁就亦都 train 咗200多人㗎啦，咁而家仲喺度嘅咧都有一半嘅，咁亦都好多咧已經係我哋嘅管理層，亦都係好高級嘅管理層，咁有好多都係我哋嘅 department head 啊，咁都有，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兩個即係呢個training program 咧對我哋嚟講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咁啊頭先有講過咧，我哋有中層嘅 experience 嘅 high pool 啦，咁我哋都有啲我哋叫 tailor made 咗一啲嘅領導發展計劃嘅。即是一個18個月的計劃啦，咁亦都係揀選一啲我哋覺得有潛質的同事嚟到去做一個接班人，嚟到有一個比較有系統的管理嘅培訓嘅計劃俾佢哋，就安排佢哋去可能去唔同嘅崗位去實習啦，又或者俾一啲培訓佢哋啦，又或者俾一啲企業嘅考察，讓佢哋去更加擴闊佢哋嘅眼界。咁咧就除此之外咧，我哋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媒體公司咧都有一個叫做中華煤氣工程學院啊。咁呢個學院咧亦都係好耐㗎啦。咁我哋喺2009年開始成立。咁佢個目的咧就係幫業界啦，其實唔單止只幫煤氣公司，亦都幫業界咧去提供一個以專門嘅燃氣嘅培訓嘅服務嘅。咁佢個學院咧涵蓋咧就係一啲專業資格啦嘅發展啦，工程技巧嘅一啲嘅技術一啲嘅培訓啦，專業嘅培訓啦，同埋亦都喺香港同內地咧，我哋都會即係一齊統籌一個培訓嘅。咁咧就近年咧，我哋亦更加會同一啲嘅大專院校合作，去開辦一啲嘅證書課程啊、文憑課程啊，或者係學位嘅一啲嘅專科專修嘅一啲嘅課程。嚟到幫自己公司同埋幫業界咧，去培訓更加多嘅接班人出嚟嘅。咁仲有咧，你會見到咧我哋都會安排年輕人同埋資深嘅人咧互相學習嘅。咁咧就係點樣學習法咧？咁有時候我哋會 pair up 佢哋啦。當佢哋喺工作上面嘅時候，係互即係走埋一齊去互相學習。咁年紀大啲嘅或者資深啲嘅員工咧，佢就會將佢哋經驗咧分享俾我哋嘅年輕嘅同事。咁年輕嘅同事咧，亦都係會同佢哋分享翻咧，譬如話而家嘅科技有啲咩新嘅進展啊，或者點樣應用一啲嘅新嘅譬如一啲嘅器材啊咁樣樣，咁等佢哋可以互相學習，要知道咧年長同埋年輕嘅咧，其實大家都可以互相學習嘅，就即係可以融洽啲去溝通咁樣樣啦。咁另外咧，其實咧公司咧即係都知道呢一班資深嘅員工咧，其實係我哋嘅寶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有機會嘅話咧，我哋都會重新聘翻佢哋做，可能做 part time 啦，又或者做一啲 consultant， 幫我哋可能做一啲培訓嘅工作，又或者幫我哋寫 menu， 其實都係好好嘅。咁因為咧，如果唔係咧，啲嘢咧就會失傳噶啦。咁所以咧，呢啲都係我哋而家暫時嚟講嘅一啲嘅工作嘅安排啦。好。咁啊，分享咗咁多咧，其實到最後咧，亦都係想講翻咧，其實平等機會僱員政策咧，係我哋媒體公司嘅一個好重要嘅政策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堅守住咧，就係唔論年紀啦、唯才是用嘅呢一個原則嘅，即係唔論佢嘅性別啦、年紀啊、家庭崗位啊呢啲，咁總之佢做得嘢咧，咁我哋就會即係好好咁樣善用佢哋噶啦。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咁就唔該曬。係多謝阿譚女士嘅請留步嚇，咁因為時間關係啦，我都在观众里面就揀一条来问一问谭女士的。
係啦，有位觀眾就問，接班人計劃咧睇落就好似相當唔錯啦。咁目前有冇遇到啲咩挑戰或者困難呢？挑戰或者困難一定有啦。咁啊，可以分兩方面啦。咁喺個量同埋個質嗰度都係我哋嘅挑戰嚟嘅。咁啊，量頭先講咗啦。咁因為56歲以上佔我哋嘅總人，即係總工作人員咧嘅人數咧都1/4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大嘅數字啦。咁呢啲係我哋可計算嘅一個數量啦。咁但係依家近年咧，我哋都遇到一啲個案咧，就係啲同事咧其實提早退休啊。即係呢啲你唔可以預計嘅一啲嘅情況，咁佢哋可能已經覺得啊，即係做咗咁耐啦，佢哋想休息一下。咁呢啲我哋預計唔到嘅情況咧，亦都係我哋比較難去計劃咯。咁所以呢個量方面咧，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啦。咁至於個質啦，咁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分享咗好多嗰、那個接班人計劃啦，咁樣。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揀選咗一啲有潛質嘅同事去加入啲計劃。咁但係咧，有機會咧，佢哋有時咧都會有個 turnover 嘅。咁後生嘅同事咧喺我哋公司裏邊咧，其實個 turnover 咧係較為大嘅，可能40歲以上以下嗰啲咧，其實佢係最高嘅 turnover。咁誒年紀越大咧，那個 turnover 就會比較穩定啲。咁所以咧我哋 train 到咁上下，佢又走，咁對我哋喺控制嗰個質素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個困難。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會做啲咩咧？我哋就盡量咧，希望咧就係、是。更加踏前啲、主動啲去接觸我哋嘅年輕人，咁去多啲學校啦，同學校合作啦，做一啲譬如話讓佢哋嚟我哋公司參觀啦，或者係等佢哋嚟 summer 嘅時候嚟我哋做 internship 啦，又或者咧係俾佢哋嚟我哋公司做一啲我哋叫 job shadowing 啦，或者 job attachment 啦，等佢哋 experience 等佢經驗一下咧，究竟喺媒體公司做嘢係點樣樣嘅，咁以至到咧等佢哋將來有機會真係出嚟揾工嘅時候咧。佢可以諗翻起喺媒體公司個經驗，可能佢有機會咧就係第一個咧就揀我哋媒體公司嚟入嚟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吸納多啲年輕人，鼓勵佢哋多啲知道認識我哋媒體公司嗰個行業係點樣樣，咁等佢哋即係讓媒體公司成為佢哋嘅首選咯。再次感謝阿譚美玲女士嘅分享嘅，請兒玉報到台下休息。与此同时我们就进入了选择题时段，是今天的第四条来的。请大家看看荧幕上面的选择题，限时3分钟作答，题目是下列哪一项不是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的年长雇员关怀计划呢？ A 提供各类型健康服务，例如疫苗注射验身计划， B 健身室， C 退休前讲座。大家記得把握時間揀翻個答案喎。喺呢度咧，我都要順便介紹一下由職安局、勞工處同埋衞生署舉辦嘅兩個計劃啦，就係、是、精神健康職場約章同埋好心情健康工作間約章嘅。嗱，呢啲計劃咧係透過唔同嘅免費活動啦，同埋資訊去協助僱主僱員咧攜手建立健康同埋正面嘅團隊。除咗保障員工健康，都可以提升到機構生產力同埋競爭力，達至雙贏嘅。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咧，其實已經簽署咗呢兩個約章，展示佢哋重視全體僱員嘅健康同埋福祉。計劃下面咧就有啲免費活動啦，例如有呢個定期講座噶，包括係2月5日，我哋嚟緊禮拜禮拜五啦嚇，即係兩個禮拜之後嘅禮拜五咧，就有一個新春健康飲食同埋家居清潔嘅網上講座嘅。咁我哋邀請到頭先啊衞生署啊鐘姑娘都有講過，就係、是、有呢個葵青嘅，佢有提過葵青嘅呢個健康地區社區中心啦。咁其實佢哋又會派代表去呢個講座度同我作為一個講者嘅。咁啊簽署咗約章嘅機構咧就會收到我哋講座嘅邀請啦。而家仲未截止㗎，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嘅。咁就可以去翻我哋職安局網頁啦，有個職安健培訓嘅欄目，去 click 翻講座及會議就揾翻呢個講座嘅。好啦，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再重複多一次條問題啦。下列邊一項不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的年長僱員關懷計劃呢？三個選擇分別是提供各類型健康服務，例如疫苗注射驗身計劃， B 是健身室， C 是退休前講座的。
选择提时段结束，多谢今日所有的讲者，亦都希望大家有所得着，好好应对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期待在下一场的讲座再次见到大家。